我要讲这個动机，实际上就是身体啊，吼啊，啊，佮迄时有一个因为细节活动，科比来啊，啊，这个眼科医生伫对。对 ，anyway， 就是讲伫迄个场合内面，啊，因两个走来和我讲话，啊，讲啊，拄拄我以前有看过我的册哈，啊，就讲真欢喜，爱怎啊讲，才有一个读书的讲看，我当来下面交换意见哈，啊怎啊，啊，啊结果迄个身体的怎啊跟我 approach 啊，讲看我当来算一个题目无哈，啊，我当然真愿意来呢。咱退休了吼，嘛无啥物代志通做吼，啊无人要插我，即摆有几啊少年要插我嘛，怎啊样？啊，所以我就甲答应，我就甲讲，啊，我答应了，我开始紧张吼，我怎啊开始整理这资料吼，整理，我愈整理愈侪啦，我发现讲，哎，我已经五十档啊吼，啊，我想，哎，啊，这个 subject 可能是啊，对少年的特别有兴趣吼，因可能无经过这呐长的迄个长期咧观察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啊，所以我愈整理，啊，怎去翻我的相片啦，以前的简报啥物货啊？所以你等下你就会看到出侪啊。但是我要先甲你讲，我今仔所做的代，所摕互恁看的是我的产物啦。啊，我的产物吼，嘛毋是全部啦，因为我只是即几冬来拄拄啊。参不加我的相片有，我的资料有吼，啊，难免有人在捞去吼。啊，第二就是讲我讲出来，各个阶段拢无同款的人在做代志吼。啊，迄阵在拍拼的人吼，即摆看起来无一定含你想，那这個人即摆看起来都无安怎啊？开以前安尼吼，我唔是咧推荐迄个人，我只是自迄日当时的事实。迄阵有做即款代志，即摆可能变歹人啊吼，啊毋过，啊以前个本来歹吼，当然是无，即摆可能变好人，所以新的好人一直出来，啊本来好人有当时也变做歹人吼，但迄拢毋是我的意思吼，恁家己去价值吼。啊所以，我买迄、那个买做即个代志是，我始终嘛，我的相片啦、报纸啦，啊做些迄个网络嘛。嘛拢一直浏览过吼，啊，当然即你知影今仔迄个Joe伫遮吼，张晋忠兄伫遮吼，伊负责是台湾 Justice 吼，啊，台湾公益网吼，因内底做者资料吼，我嘛是伫因内底得着做者知影的物件，啊，较慢慢吼，渐渐把即个物件put together的。啊，我相信吼，我这到尾变作老少咸宜啦。啊，老岁仔，咱这含我捐回来看吼，嘛，我相信嘛真爽啦，因为讲，佮有即款代志吼。啊，少年的吼，三心六啊，会当做讲以前毋知代志，到尾怎知影遮个代志出嘛袂歹吼。我差不多有一点佮一点半钟吼。头前我会讲即个五十档来的变化。啊，尾仔我会煞落去讲即个，即摆你讲的转型正义吼，转型正义安怎转型？而且我个人用我家己亲身的经验来见解，我嘛是我的看法啦。啊，好，来好，大家做参考吼。所以迄个我的演讲的大纲吼，实际上是拄1968到1995年，是我伫美国的时阵的几个经过吼。啊，我的观察是讲，台湾人伫遮活动。实际上是冬泳会活动是台独的观念的培养吼，啊，台湾活动迄时阵因为环境的关系吼，会演变做几个代志，就讲啊，台湾人咧掠党外的人，这边都爱发声吼，啊，互国际人知影，互人权会知影来注意台湾的迄、那个，惊迄个党外的人去互掠去吼，啊嘛爱。嘛爱去接触台湾的迄个伫美国的政要吼，来倒卡手迄个台湾的党外人士，会伫迄边受困难的是看海外会当甲帮忙袂吼？这是事实上台湾，我想起海外的台湾人伫即个做即个代志做了比较成功，所以咱有法度通陪做，有法度通保护着吼，就是讲互
和一寡迄落伫台湾国民党要压迫的时阵，到上尾啊，唔敢伤过下落手，较好些人会当我会当搁再继续落去吼。啊，当然我迄个时阵啊，为着要冲破国民党黑名单，有几落遍吼，就讲中央会会大访问团等于串关吼，就是讲为着要拍破迄个黑名单。啊，拍破迄个东京吼，东京吼，即个是伫美国的期间啊。啊，到1995年，实际上我是算算讲，啊，我1968年到1995年，我都出来美国27冬啊吼。啊，我迄阵拄好54岁，我想嘿，啊，我若加只带一斤吼，我都带伫国外吼，煞比我伫岛内较国内较久。我说啊好啊，参禅，我包好看看咧，我当转去吼。所以54岁的时阵，我是1995年。啊，就到回去了，我安怎有参悟？当然是迄阵太空计划发展，啊，真侪卫星咧发射，啊，我是火箭的专业吼，吼，我是真正的美国人讲 rocket scientist， 但咧 rocket scientist 是叫做聪明的人啊，我唔是啦，我是真正咧舞火箭的人啊。啊，尾仔大家可能嘛小知影，我有写一本册，就是因为高铁。南北迄个高铁吼，伫迄个台南发生即个叮当吼的问题，啊去造成台南科学园区煞无法当营业的，即台积电甲联电，伊迄做即迄个高科技即 IC chip 吼，你若甲摇者都拖落头去吼，所以说即个铁路高铁甲科学园区的运作无法当并行，啊都要找出一个方法去解决。啊！迄时阵，我着因为解决这个时阵，为着要解决这个代志，煞造成啊，含岛内的这个采工法啊，有无啊多项迄个采工法有不模糊的所在啦，所以无着无离就要去用抓去哈，啊，关2个月哈，啊，然后还阁拍官司，啊，一直到2009年，吼。啊，即中即个活动，当然，搁再一直落去，就到今仔日啦吼。不过，美酒的迄个活动是2009年吼。啊，你即个第四个部分就是太阳花的运动吼，大家拢看得出吼。太阳运动是基本上改变台湾的历史吼。啊，今仔咱这老伙仔若无即太阳花的代志吼，咱就怎啊安尼意义？有一种行一半差来吼，所以特别爱迄个感谢即个太阳花即款活动吼。实际上伊一个月吼，迄几日伫遐阿 Q 牌迄个立法院的时吼，我逐暝拢无困，因为遮都每日斗病的吼，所以伊那边咧强哦，我这边要爱困哦，啊，所以每时拢在我咧看。迄阵我就开始知影讲，即个落去吼，台湾有希望吼。啊！咱有希望，并袂表示讲咱在放手啦。咱当然会使食较饱的，啊，睏较饱的，嘛爱继续拍拼。所以吼，我咧讲的是讲，拄我讲1968年吼，实际上我是1968年出国。出国的时吼，我是去高雄，啊，我第一站是要去 Nebraska 哈 ，Lincoln Nebraska。爱你。你知影，阮老爸古早是搭三轮车嘛，所以阮厝是伫个迄个火车头前迄个三轮车的迄个三轮车寮吼，就是讲大部分搭三轮车拢拄台南来啦吼，还是拄屏东，还是拄迄个嘉义吼，啊去都无人住，啊都家己搭一个吼，为从迄阵高雄得10几万人了，啊都为着都，所以我的厝怎啊变做伫高雄啊？阮边仔人拢大家拢搭三轮车啦，啊搭三轮车内面我会接啊，就我会爬啊。啊，所以大家拢知影有一个，阮老爸也都食斋啊，都拢有一个斋哥啊，吼、哦，叫阮老爸叫斋哥，伊就较老，啊，我拢叫大家人接阿爸，拢我咧叫吼，啊，遮拢搭三轮车，不过到1968年高雄开始变化，就是讲杨金虎，即党外的人去赢去国民党第一遍伫高雄失去，就是。杨金虎，这个杨金虎是一个医生吼，民社党的吼，啊，伫拍到国民党的候选人，煞变做市长咧。我、哦、这国民党足烦的吼，
伊做唔甘安就对啦吼。伊到尾发现讲，啊，这投互投互这个杨金虎人，大部拢赤脚啦吼，吼，搭三轮车啦，啊，卖菜啊，开赛牛车的吼，啊，所以开始要向搭三轮车开刀吼。啊，怎啊讲一个讲好，即马为着要整顿市容吼，这搭三轮车对国际的观点唔好歹看吼，爱改型爱改行吼。三轮车的改行做开赛计程车，啊！你知影一只三轮车迄阵差不多一两万块台票吼，就会当倒一只三轮车。啊！你若买计程车无可能嘛，计程车拢嘛20万、20万吼，迄个时阵的计数。啊！不过就不管你啦，就甲你迄、那个，就安尼，就甲你执行落吼。啊！号称啦，号称讲是要整顿市容，啊，要辅导迄个三轮车夫就业吼。迄些上伊是咧报鸟出案，啊，佫有一点介重要，一点就是儒良啊汽车，你知影即个延庆人吼，严家迄阵欠日本诶对应公司啊，合作啊，些上就是摕伊个物件斗斗讲，即个做国产汽车啦，啊，迄个 quality 是歹甲会死去吼。啊，迄阵嘛咧卖袂出吼，啊，用这个机会，怎啊讲？三轮车转型啊，爱来买计程车，啊，计程车爱买儒良啊。啊，你若无够大，一人无够大，你三个斗做伙嘛吼。普通拢三个三轮车夫吼，去买一只计程车啦吼。啊，啥三个呢？因为你三个人做伙赛吼，啊，你赛八点钟久，我赛八点钟久，你赛八点钟久，车停，车无停，人停啦吼。安尼落去洗卡，有法度人讲，看会当和以前搭三车同款的收入无？所以迄个时阵，我的了解是安尼吼。啊，因为三轮车若要载人客，都要入去火车头边嘛。到出口的时候，唱来讲，阿明波五，阿明波塞卡五块，我去底下公车来到阿明波，迄阵差不多五块台币就解决吼。啊！即摆伊个规定讲，你袂使入来遮饲载人客，遮载人客计程车较会载入来，啊！你遮三轮车爱饲外口载人客，啊！所以遐计程车遐，我遐接阿伯的，我要气阿要死，啊！到尾唔知要安办，想想讲，一个上简单的控制方法就是讲，我车来拼遐吼，我都敢那袂是囡仔咧张讲，我唔爱使啦，我车遐看你要安办啦，啊怎？走转去吼，走转去，啊！走转去嘛，唔知要走转，咱无想咩，无钱赚。啊，有一个老大在阮老爸啊，阮老爸迄阵都已经心脏病啊吼，啊，伫阮遐就开一间干妈店吼，啊，咧卖烟咧卖酒，怎啊来阮的厝边遐，怎啊做卫生的啊？卫生的话到无代志就跋脚啊，啊，爸我到尾就食烟食酒啊吼，啊，就两三日，啊，即摆伊即摆三轮车伊甲你落来吼，你人无爱伫遐塞规群的三轮车伫遐吼，警察也袂紧张啊，伊怎啊叫一个甲你车甲你牵的吼。迄三轮车是人力车嘛，骑海墘啊，阮厝头前拄一条江啊吼，条江墘啊，怎啊甲你下啊，规个车，几百台车怎啊用电来去甲你锁咧？我讲你莫做生意，我就互你莫做生意吼，莫做人客，怎啊甲你退啊？我真正看哦呢，我啊目睭我来安尼看咧，阮老爸的迄个干妈店吼，我当年我嘛是咧甲斗下手嘛，啊，迄阵拄咧办要出国吼。啊，想想讲，因遮人这三轮车夫都也毋捌字吼。啊，我阵拄啊读册读了，我想我读啊一个硕士吼，啊，开我已经足够，较底我无替伊解决者啥物计较。我开讲，啊，恁啥物代无你甲讲个，我来写你批，我写来奖金够安尼，看咱解决袂。啊，迄个囡仔个想法吼，吼，我着真正写写安尼，我写写安尼，写到文情并茂吼，啊，着准备要甲寄吼。啊，阮老爸在边仔讲，你。我的名字梁辉啦吼，梁辉，你爱想看卖吼？你拄仔要出国吼，啊，你这张票寄出去吼，你敢想讲，你都会当出去啊？哦，啊，我嘛是无胆咧，我看一个惊一个，讲我无卖寄，做大事咯，我都无寄出去。我今日要甲走出国，有啦，有出国，我无啥物问题。但迄本七张票我是有摕来到尼布拉斯加，欸啊，都做唔甘安尼，我那个徛嘴咧，加迄个奖金果咧，我钓一种，你记一下，一两个也无回批哦，到尾我那回批，回甲你回啥呢？
伊讲谢某某哈，谢先生哈，你怎么在国外好吗？哈啊啊，最近听说讲你们家有什么生活父母生活上的问题哈？啊我派人去看哈，啊你父母生活得很好啊，啊很安定啊哈。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以后有问题的话，你再来通知我们，再来帮忙啊！这个我文不对题啊！我在讲的是讲三轮车的问题，伊即马甲我讲，我老爸生活有问题啦，靠呀嘛！迄阵我就迄阵配甲你又破，拢无，这是我第一遍开始发现讲，这国民党吼，啊，实在无可理喻啦！这是我在讲的1968迄个 incident 啊。而且1968迄日了吼，我尼布拉斯吼，迄时阵是还阁出紧张诶。台湾同盟会吼是一个非法组织呢。同盟会若是迄、那个，若是有啥物活动诶时吼，边仔是拢叫白安诶。啊，大家嘛拢毋敢去表演，毋敢去创啥吼。啊，毋过有一个所在叫做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伊诶当年诶 Thanksgiving 拢有一个 festival 吼，拢有 turkey dinner 吼。啊！我到尼布拉斯，有人甲我讲，第日甲我请，就是讲，你敢去 Kansas 无？迄曼哈顿 Kansas 含林肯是差不多4-5点真久啦。哦，我就讲，我头日唔敢去吼，伊遐少年啦吼。啊，拢好，一日拄30-60个来要来吼，讲叫讲要来林肯载我，怎啊？就讲好来，来啦。好，我就含我迄个女朋友吼，即摆阮某啦。啊！你讲讲，西个 Kansas 呢？马哈顿真正去，哦，我迄做老者嘞，迄个 Thanksgiving dinner 吼，迄规个列堂拢是吼，啊，大家拢哦，讲单话，你要叫吼。迄个时阵，感觉上真爽快啦吼。但迄阵我较去听到一个教授，还是范良正，我唔知恁知影这个教授无？恁知影范良信啦？范良信伫卡罗拉多，University Colorado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教书，伊是一个经济学教授。范良正是因兄哥，是迄个读化学，啊是 Kansas State 的教授。1968年拄啊回国讲学，拄啊等于台湾讲学吼。啊，伊因某是一个香港人吼。啊，等于了是从人家通知讲，南美利亚你爱紧走，国民党美利亚的，因为你伫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的时，你有参加同盟会做下迄个活动，啊，所以你回来你有嫌疑。我一听到讲的，啊，这未讨一个，赶紧把我看着要走。阿明太太，我到上山机场，迄阵还无桃园机场吼，啊，几个电话甲围起来讲，你范先生你不能走吼，范太太可以走，范先生不能走，要甲抓起来吼。啊，因太太是急中生智啦，伊讲为什么你我先生不走的话，我就不走啊，我又不是拿中华民国护照，我是伫住伫香港的英国人啊吼，你凭什么要阻我吼？啊，查到尾啊，有我咧唔敢阿你阿我出来吼。啊，迄个范良正就是教授，就是咧讲这个代志啊。你讲伊等于台湾的迄款，互人傲慢的对待。伊学习好，伊要等于教册，啊，伫台大伫咧做咧教册，啊，到尾就是互安尼欺负嘛。我是去开始吼，去知这个代志。我伫遐无冷静吼，啊，有看迄东洋话，迄甚至基本思想也真正常啦，也不一定像咱想的讲起来惊吓。啊，这70年到73年，我。在 Nebraska， 我转去迄个 Michigan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啊，我都去遐读册。啊，读册即马册也罔读啦吼，啊，读到下都开始有冬泳会，迄阵平生拄我伫迄个水电过来吼。啊，迄个时阵开始钓鱼台活动咧叮当吼。啊，因为钓鱼台是像叮当是讲钓鱼台对不对？但是刺激的是迄个台湾人甲迄个外省人的冲突嘛。伫台湾出来诶，外省人甲本地人，诶，基本上会一个像一个是要保护钓鱼台，啊，台湾人是讲我钓鱼台较有啥物好保护？我顶过卖钓鱼煞吼，我拢安尼甲笑讲，迄台湾都阁保袂着，阁保啥物钓鱼台？啊，所以刺激一个全美国吼，较各所在诶同盟会较成立，所以一下子怎变做50-60个同盟会吼？
所以钓鱼台对于台湾人运动影响嘛是有足正面的影响啊。啊，即马读册有当无闲，无闲嘛，迄落啊嘛有当无聊吼。啊，我那有听人讲，伫1975年听讲，芝加哥咧开一个什么台湾人民众大会吼。啊，阮伫个也那无遐，差不多使差不多4点钟就到芝加哥。讲好啊，啊，就几个朋友招来讲车驶咧，使4点钟去参加因个民众大会呢。民众党迄个陈金峰，我唔知道你知影即个人无？伫纽约，陈金峰伫澳洲诶，台湾最出名诶迄个画家吼，画这块画图诶，美术。伊起来咧念台湾诶史诗啦吼，历史用诗吼，用历史做一首诗伫咧念，啊念一半吼，边仔诶书记讲啊临时事件吼，大概小可停一下。啊金峰啊，你到边仔，啊我宣布一项代志，啊我宣布就该去死去啊。伊讲就介无是无是死亡吼，安怎？迄阵伊啊，阮大家咧听啊，来咧听的人拢嘛是真意识较强啊。大家前提树立吼，怎啊徛个？我拍波啊，我拍了半点钟久啊，我做欢喜啊。啊，所以伊都等于要等于那无是4点钟吼，最紧就到厝。这是75年啦，这吼可能是干呐，我几下知影啦吼，恁这。跟大家分享吼，大概到79年的美利都事件吼，美利都事件的时，唔多人往遐吼，洛杉矶加事实上是发动示威吼，这个发动示威事实上是人权会，人权会主办，我唔知幸会啊，迄个真幸会你搞伫遮，哈，迄阵你有遮无？贵人我袂记起来啦吼。阮迄个人伫青冈啊，过青冈因厝开会吼，啊一个人咧丢衣饰，即卖已经用翁生啊吼，迄阵含我是共公司吼，因遮人迄个暗从明仔要安怎创吼，都爱要来甲示威吼，啊这阵开始有计划，有两个计划吼，因为迄个即卖协调处迄吼，伊伫第几楼？第10楼迄款，啊。啊！即马阮就甲分做两批，一批人是住楼骹吼，都一直示威啦。啊，一批人穿迄款麻纱的衫吼，写讲抗议啦，什么人权吼，大家穿第六来吼，啊，爬去啊，怎上班？迄阵都拜六还搁咧上班，怎爬去迄个协调处的内底甲坐咧？啊，集差不多20-30个吼，大家衫体个穿好吼。啊！开始宣读迄个抗议的宣言哈。我即马知影，宣读迄个人就是迄个范清亮，圣地亚哥来啊吼，过青冈啦吼。大家讲到，然后就无记录啊吼。即马是袂了，不过伊唔知有同意无，我唔知啊。或者李成基原来有去啦。啊，迄个县委你敢知影？过什么人？小可念着，我唔知影。反正天子手会吼，20-30个顶官。顶管20-30个，下底20-30个伫遐示威，啊，所以下底警察是敢注意，下底无注意伫顶管，啊，所以伊咧范清亮咧读迄个抗议宣言的时吼，会甲伊对面迄个秘书吼，要哪听哪唔听咧，我那边拢徛咧吼，啊，愈看愈受气吼，甲你抗议文，啊，你唔听，啊，一吊儿郎当啦，你知影迄个国民党的个秘书啊，拢嘛吊儿郎当，啊，气着吼，啊，唔得后边唔得一个什么代志出一声。哎，那些群众的心里足奇怪，那出声有人弄哦，大家嘛弄啊，所以我嘛怎啊爬起来就跳就弄，大家拢弄啊，怎啊规个吹鼓鼓，迄个办公室吹鼓鼓。所以你即摆你看即摆协调处，你来去甲办的时吼，伊有迄个窗啊，还有玻璃啊，你弄倒爱入去，就是讲有迄个 bulletproof 的迄个，敢那袂是足惊人个台吼。但迄个时阵无安尼啦，啊弄迄回了怎啊该做有即款安全措施。这是讲一个趣味代志。啊了，协商了有人，即马弄了差不多9分钟就了嘛，变变叫安尼。啊，这个秘书吼、哦，弄了就惊到要装入去一台办公室，即外口是办公的啦吼，内底外口是对迄个办签证啥，啊，一个门入去是因内底咧办公啊。啊，一个弄的惊到，迄个怎啊要？
要开门要入，啊，内底人看到外口遐侪人吼，怎啊唔好入门，怎啊给我关了，我好好你死啊，我内底较安全。啊，伊讲活啦活啦活啦，啊，你活咧活咧，啊，门关下怎啊怎啊，佮夹着伊个手流血啊。迄个手唔是我佮拍流血，迄事实是伊家己的人讲流血。啊，到尾伊怎去个警察讲讲阮，伊个讲阮阮佮伤害安尼。啊！在事实上，迄只是无人甲拍着人，是讲甲弄家具吼，诶，弄玻璃、弄啥？即个、迄个，啊，你有？你有无？啊？你有去无？哦。即个、即个王祥，真久无看到啊！吼，但是我向想讲啊。可能你们哪有去啦？啊！了，阮弄了吼，迄动作足紧的呢。啊，阮拢讲好，阮拢这两个中间哇，做技术，因分三组，一日伫楼骹指挥，一日楼顶个控制，另外一对查某囡仔队吼，迄个时间靠敲电话，一直个敲电话吼。啊，袂用接起来，啊接起来就无虾米讲话，啊，即嘛就会去敲电，所以电话响，因内底人无法当向敲电，互因内底人无法当敲电求救，你知无？就是讲怎啊解派来是因的 communication system， 所以阮咧弄的是根本都警察也唔知啊。啊，弄了大家讲，咱唔通用行迄个要退，咱就用行楼梯落去啊。行楼梯落去到楼梯的了的时吼，因遐还搁咧行咧，伫下底迄组咧示威人，伊也唔知顶管已经弄了啊。下底还搁伫咧继续收呀，那好行行，你差不多一两分钟过，代志就结束。啊，你也有人去去，即我我就是讲即我讲迄个张医师的迄、那个诶迄、那个咧弄的中间吼，伊迄、那个把伊个公司的迄、那个背子去落落去要退去啊。啊，所以事后阮搁咧示威去升级什么，阮去示威的时吼，啊。无，阮去升级，去升级甲抗议的时，八字去要退去。啊，这回代志发生的时，这个协调组怎啊告讲某某人来破坏？啊，就是是用啥物人？啊，就是叫做张医师，因为伊的八字去要退去，怎样啊？啊，所以这个张，这个张医生吼，就是因为安尼，我那叫某过了个位吼，去阿咪烧过啊，到尾我那个人也无代志。那这是一个。从这个米勒德事件吼，阮伫遮做的一个代志啦。我是因为这个是我队友在说我清楚吼，从 typically 过清江啦、张医师啦，我刚才有一个李先生住伫迄个 Servitos 吼，那几个阿嘛未去一个啦。嗯，我唔知影迄、那个王姐有无，伊讲伊要 keep silent 就 keep silent。好，这是七九年吼，然后八二年到八三年是我拄啊做南瓜酒东会的会长，甲我是副会长，啊第二当会长。啊，迄阵东会就是爱办活动嘛，啊所以迄阵拄啊迄个小泰人啊住伫遮吼，啊个新了作用，伊这么贵姓吼，啊个柯碧荣吼，而且是李克仁的款，两个音乐家吼，啊所以这些人拢。伫遮拢一摆真拄好，啊，所以讲要用东龙会要办音乐会，啊，地点选伫迄个 Garden Grove 迄个 Crystal Cathedral， 迄个当容纳3000人吼，啊，因安尼有真正办起来吼，所以连续两冬拢办3000人的音乐会，迄底下嘛真轰动啦，即迄阵我拄做会长，我会记真吼，啊，音乐会当然后壁拢是。白啊，恁啊，平啊，咯啦，什么切咯，什么足济啦，啊，你有滴啊？我替你表演。哈哈哈！搞，对，我迄阵你还阁安尼。我先，我一看。后壁虽然迄音乐什么拢足高级的吼，不过戏曲就是用毕加村开始。我唔知毕加村是啥啦，我袂晓唱歌吼。我即个问柯碧荣，柯碧荣啊，毕加村都台湾上普遍的
一个迄个什么话，我问问我，本来想问问，你今仔来讲，我也袂记得。无恁等于讲毕卡春什么，你甲我讲啦，我都无读音乐，我搞不清楚吼。这是到1983年吼，83年啊，即马84年，我中央会会长做了吼，你知影人会长做了吼，啊那办活动了，即马倒来吼，煞无代志做吼，煞一直想讲。看咱做什么代志了？这不甘寂寞。啊，到迄个年底吼，拄拄啊，迄个纽约台湾同乡会吼，有想本来讲组一团，讲要访问，讲要登去台湾，要访问嘛。啊，纽约同乡会，纽约迄边的办事处甲 reject， 无爱好入去。啊，无爱入去，阮这边就感觉讲嘿，啊，伊即卖无爱入去，就迄个生活，迄个较歹看嘛吼。讲讲家己的台湾人要转去，无反转去吼，啊，所以阮1994年就讲，啊，无咱甲试，咱这边甲试看要反转去，啊，我着下面negotiate，到尾要反转去吼。啊，要转去时，迄阵我想是一个做公交仪啦吼，我做过立法院，迄阵敢若是副会长。我开始伫做好，30-40个讲拢要转去吼。啊，下面含海工会，迄阵国民党叫海工会、海外工作会，迄是特务啦吼。下面讲，倒下面讲讲，等于啥物条件呢？吼，讲阮倒爱，啥物袂使用同乡会，爱用同乡，足侪条件啦。爱发表声明，倒爱互通过，爱来举啥物旗，安怎样，啊，倒爱签合台，整个倒回到祖国，啥物，即拢拢名词啦。啊，等于发表声明，爱先互伊知，吼。啊，阮都你讲是到尾终于。有完成型啦，啊，话讲要成型的时阵，要等于两个说剩九个啦吼，有人想想等袂到吼，本来是30个，到尾终于九个人成型，啊，怎啊去？即摆去到科隆机场哦，即九个包括恁嘛可能知影蔡明贤，到尾来国防部长吼，林心迪吼，即摆伫台湾。嘿啊，柯英迪已经过身去啊，已经是会长吼。啊，张芬安，啊，一个李英啥，住伫迄个圣法兰德巴林。应该有无？应该有无？等下等下，我就倒来看。啊，我包括我啦，啊个阮太太，所以有九个人，有8个是8个查甫，啊一个查某，啊迄查某就阮太太啦。啊，我等于到桃园机场哦，唔反对呢。都爱叫阮签啥物，袂使参加活动，袂使发表声明，袂使创啥。好，我母两点真久吼，阮就一直唔签，啊伊就一直要签。到尾嘛，到尾我讲好啦，无我来签，我即马来签，我即边吼，我逐项都要甲伊，即三个点我要甲你破坏。啊嘛，阮即边嘛照样参加活动啥，伊嘛无甲阮抓起来，所以拢吓尔。伫遐两礼拜转来吼，大家拢比我命大啦，阮到尾怎啊？怎啊？若要等于签证，拢袂通的。像阮太太吼，像阮太太的迄个本来都好好吼，这有 point 吼。哦，我咧试迄个者吼，你搞得怎袂通吼？古林的啊，怎啊无 point 吼？因为荧幕关系，绿色的。哦，荧幕关系，绿色袂通哈。OK， 所以这个袂通哈。所以我即摆是第一个咧讲，1984年闯关，我是第一遍闯关哈。即下半闯关啊，是在因有同意还入去，只是因入去活动因做袂爽个，阮都南北串联哈。好，阮去访问所有的。会迄个时阵啊无党个，叫做党外，啊党外分做边缘会，就迄个区议员，伊阵因迄个少年个，啊一个做迄个公共政策研究会，迄是差不多若有做官立委啦、国代啦合起来吼，实施组一个名，啊但袂使用党啦，啊阮都其中尽量甲访问迄个不管你啦，你想讲阮若入去，互你看，互你看。但是到尾一直看，一直等，就拢无要人看的。或者是84年是有这个活动吼，啊是84年尾啊，拄拄啊，
你知影迄个1980年美利都事件吼？啊，1979年美利都事件，1980年李米雄因老母甲上生啊吼台死点吼，啊，李米雄彭判刑到尾啊，啊，这个案无法通解决，所以李米雄拒绝哈，拒绝出因这三个迄个人吼，甲入土，怎啊甲打烫伫个厝，一直到实际上一直到84年。迄阵较出山，较等于宜兰带吼。都我等于嘛，拄我等着迄个林家咧要办丧事吼。然后84年转来了，我85年吼，这徐明德吼，伫迄个台北的迄个三军总医，因为破病啊伊伫遐啊，迄阵伊伫来这个绝食啦吼。啊，绝食讲好要讲海外嘛都要甲斗绝食啦，所以吼、哦，啊，阮从发动一个伫迄个 DC Capitol Hill 国会头前吼绝食，公开绝食两礼拜，要求解迄个爱释放政治犯吼，等于含徐明德伫各中伊绝食，啊，阮这边绝食，啊，我那去到 DC 吼，去遐甲绝食两礼拜吼，绝食要呢要怎讲？但是国民党嘛无要管你啦，你做事就做事啦。到尾啊，市民在同我伫内底吼，到尾问我啊，你有啥物感想？伊讲啊，恁海外做动啦，迄阵就讲海外要叫印度海外做动吼。所以伫迄个1985年吼，暑假的时阵，啊到1986年台湾迄个海外车。就由柯信良啦、林水泉啊、甲蔡崇敏吼，迄、那个85年的年初吼，从我伫迄个 United Nation 迄个 Plaza 伫 New York 吼，从我组一个做民主党建筑委员会吼，啊，就遮海外较出名的人，啊去活动啊，拢签名，拢120几个人签名吼。就按算讲，85年要组党吼，要到海外组党，然后迁党回台吼，吼。啊，当然啦、啊，倒来若个有党的时候，阮就变做回台入党啊，阮就倒转去入党吼，无要含讲变两个党吼，这是迄个时阵较好是安尼。啊，所以这三个人怎啊？柯信良、贾什么林志全怎啊？全世界啦，全大部分拢美国吼，演讲加拿大会演讲。啊，按算讲8月底要建党，啊，10月要回台，啊，年底甲参加中央公职人员，迄个拄啊，迄个年底都大选啊，实际上是。柯信良的计划就是讲，我年底吼，这个动作吼，会引起国民党的反抗吼，国民党的压迫的迄个爱造成一个迄个一个即款气氛吼，会帮忙迄个党内人较侪人当选的。但是我想讲，伊内部，阮自然嘛知影啦吼，小可有 expect 吼，啊，因为伫外口内部的是台湾。遐个党外的人嘛是真后话啊吼，所以因就选伫9月28日告诉者，怎啊成立民进党。啊，成立民进党的时，啊这边就怎啊变作回台入党啊？本来要讲变的分部啊，啊但是普通你一个党起来吼，你无着你要做分部嘛，因同意啊，因当然无爱啊。所以怎啊海外这个台湾民主党叫做民进党海外组织吼，啊我那由柯信良领导啊继续。安正迄个年底，我嘛是要转去安尼，要回台入党吼。这是规个计划是安尼吼。啊，这1986年对台湾来讲是一足重要的一个时阵，一个 period 吼。好啊，即马开始迄个时阵，因三个都一直咧到处咧演讲啊。啊，我这就是怎讲啊内底在计划在讲要安怎做啊？我怎啊挂迄个即、這个民进党？建筑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真聪明啦，啊，伊无咧做秘书啊，伊在咧演讲俩。啊，所以阮的迄个伫遮开始咧计划吼，要冲关啥物，差不多拢是阮啦。啊，十二月初六要投票，所以柯信良应该要十二月初一、初二就要到台湾。我即个啊，所以十一月底，柯信良怎讲讲甲阮讲啦，讲啊，你看招五六个吼，大声转去一撮吼，
这就互伊看，伊讲我教伊是安怎了哇？讲，啊，我叫阮台先大声倒去冲一下看卖哈。哇，好啊！啊，所以毋知是十一月十五，伊十一月二九要顶档哦。十一月十五，阮有六个人，怎啊伫洛杉矶机场宣布阮要倒去，要回台入党。啊，当然国民党阮党啊，无爱阮签证啊，吼。啊，无爱签证了，我就袂当买票啊。啊，但是有一部，阮怎啊买到新加坡？新加坡毋免签证嘛。啊，但迄新加坡迄个在停夏威夷，啊，搁在停台北，迄个时阵油啊，油啊无遐，飞机啊无遐高飞啦吼。台先飞到夏威夷加油，啊，搁飞到迄个台北pick up passenger吼，啊，然后搁飞到新加坡，所以我去买票，伊要我买嘛，我要到新加坡嘛。我免签证嘛，我若要到台北，我就袂通啊吼。阮六个都拢要到新加坡啊。啊，所以十一月十五，六个人就去念。啊，实际上即摆，甲恁讲就是讲，做到尾就真清楚，是讲，阮停到夏威夷时，有一个人从纽约飞到夏威夷，摕伊护照来，啊，然后。啉水泉，先到洛杉矶，佮飞到夏威夷，啊，摕着迄两个护照，因为阮伫夏威夷的时候，阮在休困嘛，休困一点钟，佮会使摕 pass， 会当出来 shopping 啊，入面吼。伫即个时阵，水泉就摕着迄个夏威夷，迄个纽约来迄两个护照，啊，佮摕迄个 pass， 吼，啊，阮做伙入面。所以底下掉包啊，所以到台北的时说六个比七个，你知？国民党嘛戆的啊，啊，搁啉水泉一个搏一个跳落去，讲我是啉水泉哈，啊，我也无护照，我也无机票哈，我安怎安呢？啊，伊都护不了机票，弄个旅游破，弄个冲突变数入面嘛，因为护照嘛袂使，国民党看到嘞，对唔吼？所以一些。哎，台湾迄个机场的人看一个啥，就甲掠去啊！阮大家还佫伫内底，伊就叫掠去啊，掠去讲啥？叫最重要是讲伊个掠伊个拍啊，手拢着伤，流血啊，血肿块裂又破安尼啊！啊，毋知影无，阮也无看到啦吼。不过即马甲拍佫甲出来吼，啊，阮无爱还入去啊，阮大家伫遐面硬母啊！啊，母啊，差不多要到中昼，七点外到，母啊要中昼，给阮延机遣返，给阮 deport 哈，阮的护照去，阮的飞机票去登一个 deport， 啊，坐 Northwestern 登来，搁登来到洛杉矶机场啊，咱头前拢都四十九点钟久，台湾来回，迄是第一波的迄、那个，第一波的闯关，第二个对我来讲第二遍闯关，第一遍是东洋会啦，啊，这阮来讲是第二遍嘛。啊，即马即个代志吼，台湾嘛是母国无啥啥，台湾的机场已经是暴动啦，已经是迄个警察拍人，弄了我等下，我等下有情报恁来看，恁来咱看吼。然后，这是八六年迄个闯关，恁这敢看有？我唔知影恁。吼，啊，即马即个代志了，啊，即马二九柯信良。就讲伊要闯关，迄阵我都无话啦，迄阵我就住啊在厝吼，向外联络吼，都做 logistics 的工课吼。迄个伊若需要资源、需要钱爱甲我讨，我即边爱消费钱甲解决。啊，所以因柯信良迄阵差不多三四十个人吼，含平生啦吼，含食中点，含食含佫最重要已经佫倒转来啊，啊佫瑞古鲁布佫含食聪明，哦啊佫。佫一个邓小良迄阵是曾经是台独人民的主席，啊，伊是日本留日的，啊，日本的作霸的吼，人拢有当着，啊，佫一个是日本人啊，叫若宫亲，你毋知听即个人无？若宫亲是一个日本人，啊，就专门咧帮忙菲律宾的阿基诺啦吼，啊台湾的民主运动伊嘛有咧搭下手，啊，实际上伊当两礼拜前拄好来到洛杉矶，我佫还没食便饭吼。对嘛，真趣味个。啊，所以第二波吼，要不要倒转去吼？伫遮到日本是无问题啦，吼、哦。
即马说日本买入去是爱国泰嘛，啊国民党通知国泰讲都无爱买票，无爱入去啊，所以这些人拢啊倒伫日本，伫遐停咧停，我想要停正咧排有哦吼，啊像啊停啊弹尽援绝啊，伫底下啊日本阁足贵个，东京阁足贵个吼。但是这个情况下袂当入去吼，这个12月初3第二波无啊多吼，但是机场，但当机场已经不啥啥，大家拢变啊接柯信荣，啊接无啊警察就弄啊警察就用水钻啊，啊群众就用石头啊弹啊吼，创啥安尼不啥啥就对了。第三波到尾发现讲，啊伫太消息来讲柯信荣拄马尼拉坐菲律宾的 airline 吼，啊拄马尼拉飞向台北机场啦。第六通机场，这是第三波吼，这个12月初3吼，伊家己一个人化妆吼，啊退护照，我那不是柯震东护照，一个叫做黄明仁哈，我唔知恁大家知黄明仁无哈，我那伊迄个型的，迄个人的型，生作含柯震东差不多啦，所以吼，大家看袂出黄明仁，你敢知？我的姐夫。那么在啦，明明你是阮厝边的哥，我讲啊，到底我迄阵到底阮厝？啊，这以前拢含靠近两熟识啦，啊，拢平时都拢有咧来啊，所以话讲需要护照，伊就会摕出来。啊，这个到机场都当然无爱落飞机嘛，佮延机遣返啊。不过这是伊话讲要搞的是讲已经伫机场啊吼，台湾都强强困难，喏，靠张副中来迄阵靠信用的左算的迄个左算卡小卡手吼，都大堆都来啊，啊，都搁拍，搁拍一遍啊吼，啊，这已经12月初3吼，搁拍一遍吼，迄群众规个拢压起来吼，所以搁12月初6咧选举的时吼，比民进党大赢，所以你即马知影迄个以前的较重要人物。康宁祥啦，吼，柯国泰啦，柯英淑啦，吼，即个有一个拄啊无调啊，毋知是安怎食中定无调啦，啊，剩的差不多拢调吼，啊，所以迄个两党的迄个对抗的形成，事实上是伫即1986年，真正迄个拄主动是9月28到年底吼，有一个足重要的迄个 milestone 完成。啊，这个从1986到1994吼，我未记有啥物代志在呢。人虽然你负责嘛是，我是富二代在吃头路，我嘛在发挥钱啊，啊嘛饲某囝吼，所以我未记有啥物代志。到94年吼，有一间中华航太美西什么华人航太协会里啊，一日干的。你发表航台什么航空的发展什么货啊？啊，阮都未卡住，阮讲好啊！你要有一个航太，阮就甲嘛甲成立一个航太协会啊，然后变作台美航太协会，迄阵底下成立嘛，啊，成立的组团就登去，登去台湾。你也有啊？这嘛是会，这嘛是。你这个带领去，真侪人哦，过来参加。啊，94年创了吼，就是刷到来讲95年，我想讲啊，无得应该转起来啦。迄阵吼，台湾讲要发展自主卫星，啊，我想我只要是负责火箭发射吼，我转个嘛正适当的吼。但是有一阵啦，我若无我一当靠我转去，因为我迄阵已经迄个台湾的迄个无啥袂晓转去，所以无一当了，啊，终于滑手转去吼。啊，搁一点吼，95年转去啊，我都。乖乖伫遐咧发火钱吼，伫新竹咧食头路。啊，迄阵民进党拄啊，我想讲柯信荣迄阵拄啊做党主席，啊，可能含国民党包建讲，你这交委员会吼，一年拢伫台北开一遍会，啊，拢150-160个人交委员搞，啊，交委员大部分拢中国的交委员，足少有台湾人啦。那台湾人可能都含国民党有关系，啊，是讲因要插花要新布力个吼。那柯信荣可能迄阵用党的理由来讲，啊，恁这交委员吼，这民进党是一个党，你嘛爱有一定的分，爱有一定的 percent， 爱互迄落，啊，套到到尾啊，完了好啦，讲好啦，讲互恁，可能是
10%，12%，18%几个，伊互伊12%啊。啊，讲后壁你12%，讲无嘛好毋吼？啊，就一直找，讲啥物人要做教务委员呐？啊，内底迄个即、這个杨芳美信本来伫迄个东部内面，伊第一个想着我咧，我以前伊秘书长董文辉啊，咁问我看要做教务委员无？我讲我惨啊，我若做教务委员，我会用配嘴烂咧吼。啊，阮咧后壁摕下人个咧弹石头呢，迄阵就安尼，你知无？你讲到教委员，你讲啊，这是国民党的糟糕。不过我用伫台湾啊，想讲啊好啊，这蠢死个啦，做先也无代志做。啊，若要伊开会，就新竹到迄个尔，新竹到台北。啊，所以我发现讲，迄个廖万夫吼，迄、那个北加州的廖万夫，啊，搁陈文少也是啦吼，拢总十几个。是迄个时阵交委员，啊嘛，即个交委员哦，啊就要开会啊，啊交委员事实上若要转个交委员哦，伊种来回 business class 的机票哦，啊去遐，假设拢免钱，拢看国民党哦，吼啊去五日吼，拢假设拢免钱，佫互你收费啊吼，啊阮伫内底阮是无啦，我要甲讨讲啊我无，你嘛知。用现金做好生意，伊讲无安尼啊，我都无。所以开会啊，开会前一日，阮都伊都先资料寄互阮吼，每一个人报道都寄互阮，啊，都会议的议程。啊，迄个暗我都含廖万夫啦，啊含即几个啊，迄个是国民进党的了，迄个交委员来讲看卖，嗯。奇怪，计到第五日时啊，还带去桃园吼，去大溪吼，去大溪什么叶矮林啊，什么叶林吼，去租屋就对了。我这惨啊，这代志大条啊！我去到叶林等啊，我怎么免怎么免怎么怎么无缘见江东父老？我含迄个廖万夫吼，讲的吼，啊含美雄啊伫边啊讲。啊！我这人啊，惊死嘞！我怎啊讲？哎，万夫，无你去甲提伊啦。讲吼，啊，迄、那个朱福清在去吼，啊，不如闹我你去二二八和平宫内面的二二八纪念馆。啊，遐物事输啊，遐嘛是拢伟大文伟大人物吼。啊，若要去的人自由去，好唔好啊？你讲叫安尼个提伊啦。万夫，要不我面怎乌的？我要想着讲，好啦，伊要提看嘛。所以第二日咧确认会议议程的时候，迄、那个朱基银，迄个交委员，那個、委员长讲有什么问题，廖文都必须安尼个讲，啊讲迄、那个，讲咱迄个这海外侨胞吼，大家拢足希望来了解台湾吼，啊好不容易啊来遮几啊日吼，啊较不如讲除了看书，伊也嘛有人愿意去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牺牲的这历史吼。你嘛是一个方法，了解台湾的方法啦。哇，这一个讲出来啊，大家遐下底百几个人面拢乌去呢，有人慌投票安尼。哦，我这投票，我十二个鸟，就投一个鸟。啊，我急中生智吼，我怎啊特别起来讲，我报告主席哈，这个根据这个会议规则哈，我嘛唔知会规则啥哈。啊，我就知迄阵，迄个伫遮，迄个生活组他们就啊，这个 Robert's Rule 哈。Robert's Rule 内面都无迄个规定，讲什么即款两岸并存都是要投票。这两个你不去这个也可以去那个啊，自由嘛啊，这两个两岸可以并存，不必互斥安尼。哎、啊，我讲一个吼，这个 Robert's Rule 啊，个根据互不规则吼。朱俊英讲伊讲啊，大家自由活动啊。啊，我个起来讲，那这样的话哈，我们这个待遇也要平均了哈。你那边派车，我们这边也要派车。啊，你那边有花钱，我们也要花钱。好、哦、啊，你们有付出也要陪同，我们这边也要付出的陪同哈。啊，你讲啊，一切都照办，照办。迄只真正去的人，一只车30几个到，包括王桂圆哈，包括迄个杨富美，你知影迄个歌？各处面无吼，迄、那个四卡关系你会记得？你若较长辈有一个医生吼，就请来咧含台湾同乡，伊是台湾人啊，医生啊
啊，因某嘛是教务委员，啊，这含功能部吼，四卡官司吼，拍足久的吼，啊，但是杨富美因某迄回原来是教务委员，伊是国民党诶啊，毋过迄日讲买二十八的时，伊就兑换去呢，所以啊，甲王贵人啊，甲拢总有足侪人啦，我即在台湾人怎啊对来甲二十八，来啊！迄阵吼，来遐迄个，啊，这个时阵，二十八的委员会吼，二十八的迄个馆长，事实上是陈文洲的朋友啦，所以因即算也袂吼，啊，嘛找阮，所以迄阵是来玩迄个一个真骚扰的一个迄个 visiting， 啊，真趣味啦，这车委员吼，甲咱讲可能要徛开讲，要讲咱原来来拜二十八哦。看你，我想讲你来遐，你唔知敢讲唔敢。不过廖万如都敢讲，万夫莫敌。啊，这嘛真趣味啦！啊，有相片，等下有报纸来咱看。然后1999年哈，民进党还袂执政哈，福尔摩沙一号，迄阵叫做中华一号哈。发射成功了，迄阵我是发射室组长，所以我一直拢讲讲，你蛮袂记真吼，你国民党执政吼，但是这个卫星是民进党的人发的，你我那个亏了。啊，但是迄阵啊，这 Rocksat Republic of China SAT 哈 Satellite， 啊是咱执政了，我哈个改讲，一路改成福尔摩沙，怎啊改做福尔摩沙？但是你若看到相，你也能看到底还有中华二号一号。啊，无着伫民进党2000年执政吼，啊，迄阵陈东山有一站要做国科会主任嘛，啊，伊大概是找无人个，看啦，找无较适当个人，怎啊叫我伊做伊副主任？啊，伊决定要做主任了，伊发现讲伊阁无爱做主任啊，伊阁要等于做馆长做了。啊，我说怎啊？我说惨啊！我说怎啊去服？搁咧服侍一个，实际上是国民党个，伊阵像我们派一个派。就派新台的一个校长，叫做翁正义啊。啊，这是国民党诶吼，但是迄阵都找无人吼，所以互迄个做一当吼。啊，我迄阵，伊会当当去做馆长，我都无馆长通做。啊，我都已经死头路啊，所以我都迄落最近家诶做。我都笑讲，董总，你吼，我是你的遗腹子，你知无？胎死腹中。我要要不出事情，你就死去啊！你就抓到东西了。好啊，今麦阁改哈，就是民进党去啊，福尔摩沙2哈，是伫个2004年中查四五当发射阁成功哈。啊，这粒足重要，这粒虽然说明讲五当，今麦十几当还阁咧用，今麦嘛还阁咧翕相咧，伊会当翕台湾的相哈。啊，这粒有足大的特色，就是伊，伊这粒卫星是全世界差不多敢若咱发出的。这粒卫星的特性就是讲，伊逐下早啊九点一定到台湾，哈、哦，讲做 daily visit 哈、哦。啊，这都爱有特别设计的轨道，可以当九点嘛吼，啊就来啊，九点过来啊哈，真趣味呢。啊，所以你会当看出讲，你会当用来应用讲，这个、土地变化啦，还是什么款迄、那个。迄个地形，从今仔日好好，明仔载地动，后日你拢有翕到啊？你会当发现讲地动以前、地动以后的地形的变化，啥物货会当做足侪迄个救灾的用途。当然，迄个2005年吼，我做副主委时，即个吴茂坤是主委啦吼。吴茂坤是国科会主委，你若毋知吴茂坤啥物人？吴茂坤就是去年。伫去年伫个迄个集训的时候，立法院甲问讲，恁遮个校长吼，恁大家出来甲我讲讲，台湾甲中国是啥物关系？四五十个校长无人敢讲，甲吴茂坤讲，台湾甲中国都毋免无共个国家。所以呢，安尼吼，怎啊，啥物校长拢做袂到，到尾做等于做国立东华大学校长。哎，即马个你也都等来做院士呢。伊吼真 creative， 伊阮迄阵足简单，有两个计划，做候鸟计划，就是讲伫海外的人吼，你的子弟啊，高中啦吼，还是大学，
会当利用暑假利用等于台湾实习吼，啊由国由台湾负责伫台湾做诶大部分诶费用吼，飞行机不是当然你家己出。啊，即、這个作轰动吼，即、這个作侪人爱等于吼，迄阵开始叮当诶是2005年，平均都要上千个报名，但会当干那都扣300尔，啊拢维持甲今年嘛，啊搁有200-300个吼，啊继续去行诶。啊，搁有咧保罗计划就是讲，迄主要是我想法啦，讲啊你。我一日到拢听着，咱拢要退休啊，也无闲做，啊到遮退休做无聊，啊，去讲台湾拢无伊个机会，通互伊贡献，所以我就讲啊，不如若要退休的人吼，由国家出钱，各个月出钱，叫恁等下两个月的生活费，各个月负责，啊，你看看，你若有头路，你就食头路，啊若无头路，你毋茫讲台湾名利，是你无爱来吼。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啦，因为我家己的心态嘛，安尼。啊，这进行六档啦，到第六档，伊怎啊停起？国民党看看唔舒适，怎啊停起？啊，这个候鸟伊唔敢停，因为候鸟地面太大，吼、哦，而且伊家己的主地买当回来啊、哦，所以事实上伊即马可能今年嘛够有啦，今年就逐年一直咧进行，所以是，我感觉阮创立这两个 program， 这候鸟计划盖成功的一个，然后。Formosa 3吼，第二空空六发射，我那先讲哦吼，啊，这 Formosa 3含无共款，就讲，而且一条火箭吼，顶悬六粒人造卫星，所以一箭六星吼，六粒去哩，怎啊一粒怎啊六粒拢去空中，然后经过一冬，伊靠怎啊环绕地球，像 GPS 24粒安尼 ，GPS 24粒啦，唔过这是六粒吼，啊较低吼，即卖嘛还搁咧放线。啊！伊是咧 collect， 伊是咧收集迄个地面的风台的资料。你知2006年，我拄啊4月19日人造卫星发射了。2006年的5月24日，就发生南科检证，就讲我贪污哈，我安怎？所以五月，甲调厦门5月27日，我就去了去关咧，伫台南，迄、那个看守所吼，所羁押禁见吼，收押禁见就讲我甲你关起来吼，啊，亲戚朋友拢袂使见面吼，干那会使二等亲，就恁囝、恁老母啊、恁某会当送物件，会当送物件即摆袂使见面吼，我伫遐关59日啊吼。啊！但是这个检证工程事实上已经要完成了吼。哎、啊，我出来了，差不多2-3个月，迄、那个高铁就要通车。啊，通车检证工程若无完成，就袂当通车。但是实际上有准时完成通车的时，伊迄个震动有伫咧控制底下，所以相片都无影响。就是讲这个工序基本上是成功的。我是去后你也问对，但基本上是成功。当年的迄个当年的十月，即嘛二，当年的迄、那个，我拍唔到伊吼，迄、那个2006个12月25日啦 ，Christmas Eve 吼 ，Christmas Day 伊甲起诉，起诉十个，我甲厂商，啊甲遐评审委员，啊佫一个采购的基本的公务员吼，拢十个起诉，啊我的。因为伊两个月、两冬哦、半冬哦，安那找都找我户头，找袂遐钱呢吼，讲我贪污吼，啊，所以不得已无法通用贪污落去贪污的名啦，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有包括贪污啊甲图利，所以讲我图利，图利的意思是安怎呢？钱无拄你的剥脱到底下内底，但是你用你的权、你的权利吼、观念吼去。做这个工作，给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好朋友赚大钱，安尼做图利啦，图利他人啊。啊，伊即马就讲，伊理由是讲，迄、那个厂商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去买通这个评审委员，分所住哦，迄、那个我的好朋友，和我的好朋友摕到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差不多80亿吼，啊，工钱扣扣的，啊，就图利30亿啊，40亿啊。是伊用安尼落去
就去给我割就对了，安尼割东割西。你若最近小可看王启辉吼，你就知影讲，迄个时阵我的心情和以前也差不多啦，讲袂清啊，因搞第四件啊，唔知变啦解释，啊，解释都袂清吼，啊，拢无影，啊，但别人拢看起来拢有影，搞清楚。啊，两个就拍官司吼，拍东外地个两东吼，伫个。2006年起诉，2008年7月30日，地方法院第一审完成吼，啊是十个拢无罪啦。啊，是讲这案有 ridiculous 无？你迄阵写就写啊无啥啥啊，啊讲啊外口人讲有这，但是这个判嘞法官，除非讲我是乌色法官啦，啊无法官都大家拢无罪啊吼，啊无罪了，迄阵我已经出气啊吼，无罪，照道理讲台湾呢。第一审也无罪吼，台湾的迄个是，你若甲我，你检察官甲我起诉点，伫诉讼的攻防吼，是别个检察官吼，一个做起诉检察官吼，调查检察官，啊一个做迄个法庭上的检察官吼，啊开庭的检察官吼，啊照道理讲，若讲无罪吼，要上诉到迄个开庭的检察官。上诉高等法院，安尼听有无吼？无，这个检察官是无共人啦吼。我甲你上诉都无我的代志啊。即卖咧，伫你顶管咧拍官司咧攻防的人是另外一个检察官。伊若做无好势，我着防，我着无做，伊爱甲我上诉对。不过我这个案吼，这个甲起诉检察官都无代志啊。啊，这个庭上的检察官变啊变到到尾，伊嘛变无落来吼。我所变无罪，无罪，即个囝仔我嘛袂瘾甲上诉，怎啊无甲上诉？伊无爱甲上诉啦，无爱甲上诉。即原来迄个检察官迄个做高峰期吼，伊阁退起来阁甲上诉，所以甲我起诉、甲上诉的人，拢共一个检察官啦，安尼有看无？好，所以即个囝仔我快要甲告啊，当然告我嘛是输啦，我的案是赢，我告的我告袂赢。所以我即摆讲，原来我特别注明讲，原检察官。搁上诉高院，就是讲，你若无经过这代，你唔知影这个啥物意思啦吼。原无应该是原来检察官甲上诉，应该是伫顶官含你拍官司，伫顶上含你辩吼。伊检察官，伊感觉伊互我无做的事，是伊感觉伊都要决定讲，我到底是爱甲上诉还是唔免，唔是原来迄个甲我起诉迄个人，所以这是迄、那、落、個。啊了吼，我迄个时阵我虽然60几岁啊吼。我67岁啊，哈，敢是？我67岁啊，啊，就我别讲我年少气盛吼，我想我67岁，然后讲袂出来，所以我才在想讲，我迄阵我年少气盛吼，我就发表一个新书，迄本册叫做《谢新智的生命震动》。我迄阵就发表，现在我还讲我年少气盛呢。我三个检察官讲，我三个律师讲，你袂使，即摆袂使发啦。你还阁有上诉呢？你还阁有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最高法院、高等地方法院过？你今日你若写唔对的时候，你就有罪安尼。今日你只要去杀掉账公，你家己安尼讲的啊，所以不必任何证明。今日你若含你矛盾啊，会构成犯罪吼，你就有罪。所以普通的人，无人敢伫诉讼当中家己个出错就是安尼。所以足少人错吼，都写出来吼。家己铺家己 in jeopardy 吼，啊，我都甲发表咧吼，啊，即摆到2020迄个时阵，大概迄个国民党看讲吼，即个案吼，因无赢把握啦吼，你做 obvious 吼，所以开始用监察委员就去甲欺负咧，监察委员随介入调查，啊，即刚有即陈永祥、周扬山、李炳南，尾仔即两个人恁拢较出名啦，即两个请来伫电视出现。拢拍手。陈永祥是台大土木系的教授，是马英九 handpick 并且检察委员的。啊，这个人嘛是狗腿啦。啊，就号称讲伊是迄个麦美成专科，伊是台大教授呢，吼。好，我就讲我也拢唔对吼，安怎吼？哦，我就甲写个一大堆，写讲我这都就图利明显，什么外行领导内行，反正拢来。到尾啊，搁在。
有一个机会，一个记者来访问时，我总要讲，你陈永祥吼，你是个教授吼，你也只是会教书而已啊。如果我也会教书啊，但是你上面教 vibration 跟实际上做的 vibration 是不一样的呢。啊，我是教了 vibration， 我以为做 vibration， 我当然比你懂啊。你家己外行，你家己就乱扯，我讲每一段伊嘛气啊要死。啊，佮迄、那个。迄、那个报，迄、那个记者阁叫我安尼写，写到足水，比我讲还水。我家己看了真满意，唔是我写的，唔过有叫我意思写。然后2012年，隔天换你，阁无追，伊阁在上错最高换你，最高换你，我撞到邵燕玲，一个法官叫邵燕玲，我唔知道你一个查某法官，到尾也是马英九要甲提做大法官。阿龙发现讲，伊是霸凌法官，所以伊怎啊，伊家己取消无，即、這个叫做邵燕玲啊。伊可能就是去问迄个查某囡仔讲，啊，人要甲你攻干，啊，你开拢无讲喏，迄误会的查某囡仔吼，就是即款样，啊，就讲你按你若摕，若去落着迄个国民党的手，还是讲马英九的手吼，你不管你对唔对，伊拢该找一个机会，啊，驳回就阁重审一次哦。最高法院甲你驳回吼，伊若讲迄个定谳就定谳哦，所以佮驳回，所以我理论上我是四辩，我输一辩，就是输着即个最高法院佮我驳回，驳回了跟二审，第二辩佮审，嘛是佮无罪，所以连续三辩拢无罪吼。迄个时阵新的法已经规定讲，若是连续两次以上，吼啊没有抵触宪法。你的法官、检察官的上诉、再上诉的权利，所以我怎无罪定谳是？2012年迄、那个三审开无罪，今日若无迄个新法出来吼，我这慢慢阿个咧舞啦，可能舞我西游记阿个咧舞。然后这监察院吼，第一遍要甲他弹劾无过，到尾啊，因拄拄啊已经迄个 term 要到吼，因就搞到去找七个因的监察院因的人吼。啊，拢总爱十二个，啊，就7-5通过弹劾。啊，弹劾了，这个弹劾是行政缺失啊，是讲我咧无讲我贪污啦，是讲我咧讲话咧迄、那个咧处理物件是有一个瑕疵啊，相当嘛是算缺失吼。啊，然后伊就爱上我迄个叫做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哦，伊嘛开足久，开甲我讲。有啦，你有缺失啦，我记你个审戒，审戒啦，记审戒就是刚才秘书甲你警告同款啦，等于即警戒啦，啊，都因一定爱，因一定爱处理吼，迄个检察院较会当结案嘛，啊，所以到家我就记审戒一次吼，到尾迄个张德民，我知影你毋知，咱上面人知影你刚才委员一讲，张德民都拍官司怎变好好朋友，伊讲。伊就是靠腰，啊！这检察院的迄个是 petition 是我写的，我替你写的，啊！伊佫甲你寄申诫一次，安尼公卿我秘书主呢，我写得无好用，我作文写无，我佫甲你写，即摆我佮你甲判了，讲伊袂爽啊，讲这申诫一次袂爽啊，你佮乌阿无做啦，我好互你欺负啦，我逐个等于拢送一个切块来互伊啊，伊讲你若我切块就好啊，我就写，免诉讼费，伊来提要互伊申诫。这是到2015年吼，我讲外久啊，我才三点钟呢。你讲着我的代志特别欢喜，我希望无人咧拄久啦。我讲了吓。2015年啊，太阳花代表我讲了吼，啊，即马我讲到遮啦，我用表讲到遮，后壁遐个相片吼，会当帮忙你。迄、那个会当，因为我这若阁倒转来吼，安尼 back and forth 吼，迄个讲的袂 consistent。不过，即马落去的时吼，有一挂相片吼，会当去互你个 refresh 我当怎讲的吼。即、這个，你若要知影规个迄、那个，迄是我讲的是拢我参悟的，我主观的想法啦，有可能唔对。但是你若要知影较详细，这肯定像咱旧年写一本册吼。你这本册是真完全写真内容真丰富啊，规个50档个历史吼，拢伫因内底出现。啊，伊咧写个特别公平啊，因为伊人较无遐偏见个。我是拢照我意思讲吼，但是伊个回忆录内面讲真清楚。即嘛毋知买会着袂，我准备35块，我即嘛毋知
唔知买着未？党部也够，就是。党部也有，OK。哦，那35呀，我那35块。就样，伊足侪秘辛吼，拢伫内底出来，伊写啊足详细。我即摆咧讲，阮老爸搭三轮车，我要互你知影讲，阮真正搭三轮车。你看，这阮阿嬷啦，你看都要八十岁，实际上迄时迄古早就因那六十岁啊，啊六十岁尔，安尼吼，啊翘骨做工过嘛。后壁迄三轮车是毋是阮老爸，我毋知啦。不过就是阮的三轮车就上即个型的。啊，阮老爸到尾啊，三轮车搭在心脏病吼，怎啊无当搭三轮车，啊做想讲惨啊，啊要安办？啊，我阿去了咧读册，高中咧，安怎？家己个厝咧开一个干妈店吼，伊还阁看有遐一个烟酒迄个人。我老爸杜秋明即个啊，啊郑秋明，杜秋明即个，我老爸是捌字哦，因为去读书啊嘛，伊个初中啊、大学啊、中央啊，拢会读过吼，嘛拢有教我吼。啊，秋明即个是旅长啦，阮中央个旅长唔捌字啊，阮老爸捌字啦，所以做旅长做阵也袂晓写公文，拢来找阮老爸写啦，所以话阮老爸做好。啊，阮这个厝的头前吼，阮的厝即慢慢安尼。啊，黄明进恁厝吼，是这栋的上尾啊厝。伊即摆无住伫遐啦，伊迄时阵当新厝买啊买，怎啊过来搬的啊？迄个时阵伊厝住遐。啊，阮头前一条溪啊，我刚才讲的三轮车吼，你无代志的时候，就走来阮的干妈店的头前安尼，大叫食酒啦吼。那是我刚才讲的是安尼。哦，啊！即我迄阵读硕士毕业六半年，拄到要出国吼。啊，我即个项目，即摆阮内部共款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谈到相片，这相片你有无？这是 professional 的相片吼，这是一个真出名的摄影师咧发，迄、那个高雄火车头伊翕起来吼，后壁迄三轮车吼，这是1950年的三轮车，阮迄个阵三轮车已经含这无共款，以前较 classic 吼。这个移调，这移调吼，因为这个贾中庭做市长，这是一个古迹嘛。以前啊，伊边啊，你先买去过，我过看哈。1941年哈，都起型哈。先我还知呢，因为我1941年出世，用我边头哈。啊，这三轮车来到家吼，人客拿出来吼，都载了就行。一个内底一直排呢，这排班哦、喔，这个所在叫做港内啦，高雄港的港，你说港内我唔知啦吼。讲港内的车班，啊你即马车班内底，我伫港内，就是高雄火车头的迄个拄出口的外口，迄个所在叫做港内。啊，那伫外口你就载无人客啊，你外口拢伫路啊，你要载什么人客？伫遮唔知透早来吼，啊人拄坐早班的来，啊戆戆。跳去三轮车，坐就行，因为等下要去睏一醒。啊，到尾啊，就是讲，警察局规定，三轮车袂使直接载人客，爱下落去外口，啊，让计程车会当接啊，安尼唔知有人受气就对了。还有产生我坦率甲你讲的迄个抗争，不像抗争的抗争啦，但迄嘛是抗争的一种吼。1980年，即马台湾人开始讲想讲，咱呐。若要甲台湾做一寡代志吼，啊开始来 contribution， 开始 donate， 所以阵就某某来自叫 Kennedy 吼 ，Kennedy 要选总统啊吼，啊就开始组织啊，啊普通含 Kennedy 呢，迄阵上都大概100块呢吼，啊我阵啊无钱，我某讲无，咱来迄个牌啊都边啊翕一张就好啦，即张我无出钱啊，啊。啊！迄、那个暗，我真正请人来呢。啊，一个人，一个 chicken plate 吼，一百，你啊交120块，迄阵交120块吼，迄足惊呢。啊，所以迄个 Kennedy 迄顶晚在咧讲，我要咱今仔有真好个 chicken dinner， 讲麦当 chicken out 吼 ，we fight for it， 我会记讲这句话。啊，这个是现在后壁这张金刚吼，伊捌做过立法委员嘿，交算立法委员，伫迄个大理甘榄馆阮厝边。苏拉子，1979年的时候，台湾和美国断交吼，啊，所以 by definition， 迄个2万人的移民者，
都要含中国分啦。我十五人、十几亿的人口，分恁两万名，啊，台湾才分无三名，所以迄时阵所有移民总动，蔡东营到迄阵就想讲，想看有办法无吼？啊，这索拉兹迄阵都多是真 active 的迄个 representative 哈 ，House representative， 啊，去含伊讲讲吼，长话短说就是讲，伊到尾创一个方法吼，一个敢若一个啊，踏起推一个流流行，啊，怎啊过去个？单独相片拢搁再 offer 两万名，所以你注意个看，1982年了吼，咱台湾人移民又搁大量增加一摆，大部分人拢1981年转来，包括阮小妹同款，伊75年落去建，落去就怎啊冻掉，冻到到82年才转来，较搁命才开始有，所以这是足大个代志，啊，苏拉兹是足大个功劳，伊什么贵姓了？March Fun You， 这是迄个 Secretary of State， 恁少年恁可能唔知吼，这个是加这个外交部长吼，周武清，你看做周武清迄阵，啊，迄阵伊对人咱唔知啦，咱就知伊黄个黄黄敏康的吼，啊，就感觉就加 support 吼，啊，这拢是，即马个咪迄个江什么会啊，加做 Secretary of State， 当然迄个。江倩，今麦是 Secretary of State 啊。他就现在是财务长。哦，财务长啊。Treasurer。Treasurer。以前拢做大，以前拢准备要去就准备选 Governor 啦。Governor。啊，迄阵就是我是未记这安怎啦，不过就是讲，反正你要徛倒啊，都要交钱啦，安尼啦。啊！即我讲的83年南加州的冬泳会吼，音乐会吼，伫个 Crystal Casino 吼，哎，即个上你知无？柯佩龙嘛吼，啊，即马是已经是迄个安尼总统的姐夫，敢是哈？你迄个时阵，伊就是一个，伊是一个足厉害、足牛的迄个 organizer 吼，伊个群众的迄个群众的魅力吼，已经 charismatic 吼。啊！即卖阮怎么？阮蛮弄老啦，伊捌做过国代，哦，啊！伊迄个柯信宏时代迄个时阵做党，伊捌做过国代吼。啊，然后即卖退休嘛，南加州，迄阵人是安尼，下底迄个人，遐拢明日之星啦吼。啊，包括迄阵阮后生，阮昨天拢是来对，我都唔来对一个。曼德尔1984年、1990年、1984年曼德尔，阮知影袂着，啊嘛是得个欧演的。我、哦啊，这个、第二个迄个是我啦，啊顶边行了，可以讲话迄个蔡东营啊，这主要蔡东营拢咧做全国性的产品。这个就是闯关啦，1984年，阮九个人冬泳。回台湾南加州冬泳会回台访问团哈，我要讲回台访问团哈，我要反讲啦，啊，就讲你来讲回国访问团，啊，再讲咱啊，足欢迎回转来祖国哈，我讲无啦，我要回转来台湾啦，什么咧祖国？迄阵咧想想讲祖国都很平的哈，到尾我想想讲好啦，我用祖国啦，不过我要回转来台湾祖国。啊！迄个开工会，怎啊面拢乌去？我都该祖国该下落啊！啊，伊也袂使讲你袂使下台湾呢，啊怎啊反悔？所以吼，阮就讲，阮咧迄阵吼，我嘛是，我是爱哭的人吼。迄就落飞机咧发表宣言吼，我爱纸摕起来，我唔敢吼迄个开工会人知影，我家己搁另外一张嘛，应该啊就念啊念啊，一直念一直喊好。啊，下底大家拢看我咧喊，慢慢咧办呢。主要是讲，阮带多东啊，海外台湾人对台湾祖国的关心哈。啊，阮两个个啊，我们祝恁对阮的期望，带东的美国安尼哦，真水哈，迄我写的呢。讲笑的。伫个7点外到吼，午到半暝，较晚出来，因为阮伫飞行机内面哦，都还没离过线。看我到尾出来，下底吼，差不多两三百哈党外的人伫桃园机场等到半暝吼出来，啊，阮翕一张相吼，
啊，你主要看迄个写陈廷谋，迄个就是陈文成因老爸啊。好，啊，那有挂牌啊，挂牌迄拢阮的朋友啊，你拢阮的会员啊。吼，即个这蔡明贤嘛，国防部长即嘛，以前阮的，即个柯英弟即嘛过身去啊吼。后壁迄个又看迄个穿不入阮太太边啊，迄个叫做张凤安。后壁迄个你有看迄上无？柯英秀有无？许荣淑吼。哦啊。啊，这个油枪嘛，你看，因家拢总两三百个，底下一直断断到半暝，阮出来，啊，阮出来一个出来时吼，一个出来吼，啊，阮随出来，伊就随甲阮叫名，因拢已经叫好啊，这人食枪支啊，都呜呜呜，啊，出小兵都呜呜呜，哎，阮的机啊吼，啊，这是党外杂志吼，到尾用阮教的人做宣布吼。都迄个自由呢，自由时代上迄封面杂志拢用阮教的人吼做迄落，啊，阮教的人都，你说大家拢看阿王坤啦、啊、林心弟吼，啊我江昭仪，啊即个这李英啥，李英本啊，李英啥我袂记，即带伫迄落后壁迄个蔡明贤啊、张凤安啊、柯英弟、陈文成吼。迄阵因为阮转去吼，迄代志是足大嘞。迄个第一遍加工吼，八九个人安尼一个团转去，啊，所以对因来讲，阮陈文成就逐日拢来找阮，啊，阮就含伊做去立法院抗议，爱拢穿安尼，为着因囝四冬啊，第四冬嘿。啊，阮来去伊个墓吼，伊墓，迄个，即你讲看民国七十年的1981年嘛，啊，阮就84年吼。八四八五四冬啊，啊，当逐日拢安尼为着因囝吼，安尼起痟嘞吼，到处抗议，警备总部抗议，捌去个警备总部头前个烧银纸，啊，迄阵吼，遐个警察嘛拢因为老伙仔吼，伊也毋敢去掠入去就对啦。啊，但即摆最近报纸有当面，我台大迄个图书馆头前去做陈文成馆藏吼。啊，迄阵讲新竹市长是柯建忠吼，徐建忠，柯建忠是做一个兵，徐建忠吼，到尾嘛含国民党母啊，啊，国民党要欺负伊，怎啊欺负？怎啊饲两只狗吼？啊，一只狗第一个也做蒋经国，第二个做蒋纬国，啊，逐日拢饲两只狗，啊，叫记者来念讲，这个做蒋经国，啊，这个，啊，母啊，到尾伊嘛叫关嘞。啊！迄阵阮回去的时候，因啊到新店哦，好，啊，大量甲阮欢迎的，因趣味啦。这毋是咧翕我吼，我意思是讲，证明这是还是会视频，这是外省人，啊，伫含雷进左动左无成，啊，倒来吼，啊，立法委员吼，啊，佫含党外做伙，到尾伊即边做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会长。康宁祥商会拢呼吁，因为伊个伊外省人一个 symbolic 吼，会较好做代志。啊，另外就是区议员因遐母啊，做党外边缘作家联谊会，这两个会到尾合并，全变民进党啊。啊，这个吼，毋是讲我爱笑啦，事实上我是要甲你讲，伫迄个阿洪坤后壁，迄个是苏安国娇吼，是苏志芬的妈妈，苏东克的。下晡吼，哦，啊，伊都，阮到台北个时就做好咧，就含阮一直坐车坐到，讲要带阮去省议会，伊阵是省议员呐，去省议会要甲阮讲看中兴新村伫底下呀，啊，所以规路对阮嘛真感心啦。这是一个真细的吼，林义雄。这因个家属甲因个小弟因个小妹吼。有勉强阿妈迄张相，安尼，迄阵拄啊，阮等伊嘛，拄啊拄咧袂用咧办丧事，伫义工教会，个别设立义工教会了，啊，甲花莲吼，花莲啊，迄个去迄个宜兰，即个案甲即慢慢爱袂破。当然，我嘛迄阵剩四个吼，就讲你若毋敢甲我讲，阮就爱安怎就安怎，阮就嘛要求要看卢秀莲甲陈强吼，因两阿乖尔，但伊一日在阮里接头，无爱互看。
啊，我咧讲哦，阮迄阵咧甲阮队吼，拢是外事警察啦，啊，这是一个队员的外事警察啦。二十四小时甲你带做伙，24小时拢跟伫你的边啊。你若有车，伊后壁接车队。我当去高雄去乡下要看阮一个叔啊，我还袂到时，就讲我就知影你要来啊。我讲你来知，毋爱人到区公所甲我通知啊。啊，就是因按照这个 condition， 因的电话压起来吼，因有法当通知，因拢所有警察局拢来受伊指挥。啊，你要去问上，因随知影，伊甲随甲你的亲戚通知。我你的亲戚惊着就对了，啊，阮四姐第一遍惊惊啊，第二遍就袂啊，就无要紧啊，了。但是伊个通知是有一个后续作用。啊，到尾啊吼，无大啊，我对，倒到高雄，倒到台南迄个石碇区，我想要食一个蚵仔煎的吼，枵到要死啊！我要食伊嘛是倒边啊，我阿咧做伙食啦，做伙食我付啦。阮三姐啊，讲啊，这是怎样？肉包子打狗。啊！伊拢会晓讲英语啦，啊！伊拢有足强的迄个 electronic 会当录音，知影你咧讲啥。这是阮太太写一个文章，当来讲一个对恁安尼走是无可奈何啦，吼。不过嘛是趣味安尼啦。啊！伊怎啊讲？伊怎啊？伊当着杨金海吼，迄阵高雄一个政治杨金海某吼，啊！伊也咪讲啊，写出感想吼。即个迄阵吼，阮伫遮，我啦吼，甲几个又会捡钱吼，所以讲好，咱来设一个台湾文天吼，啊，专门海外的言论，包括地南洋，啊，包括东外杂志吼，那好，阮拢甲集起来吼，啊，集者还是台湾文摘，啊，就袂啊，所以足侪台湾人，迄阵一甚物台湾全国。有订这个台湾文摘去，但是拢干那要看古文，这是古文啊，因为迄种新的，我也无订下，只是拢转载尔。啊，我要甲你讲，这个封面顶端，你看台湾潮流80年代前进关怀，哦，亚洲人新潮流，台湾人的新什么红来杂志哈，这进来的大部分拢都台湾人去的出来，因为伊的文章较刺激哈。海外人较会看，爱趁钱哦，阮就趁钱哦。啊，我若趁钱，阮就是捐予迄阵边缘会啦吼。吼、哦、啊，迄、那个从迄阵去培训做阮的发言人吼、哦。啊，就交培训讲，看你要安怎用哦，你要去支持啥，所以钱，阮是趁钱公家本啊，了钱家己出安尼吼。那不过到尾啊，阮两个，阮和阮太太拢半暝，拢还搁咧订这个台湾文摘，还寄出去噻。啊，到尾怎啊收起来啦？我倒啊收起来，那无够期的人，阮钱拢还退回呢。哦，所以我们结束，这是迄、那、落、個。啊，迄阵我那有订，等伊的是台湾人重返台湾哦，订四叔公阮这个团，这两个月内面，两礼拜内面整个活动是啥？阮是行足济啦，伊定发啦吼，苦连辉啦吼，所有东外的人，阮差不多拢有去啦。迄84年了，85年吼，就是我头先讲徐明德伫内底食绝食吼，啊绝食，阮伫去吸收去啊吼，欢迎吼，去伫遐绝食两礼拜吼。啊，即内底你有看，即个人就是我头先讲的迄个张金刚哦，捌做过立委吼，啊隔壁迄个就是我啦。迄阵较缘投，即个恁敢看会出来？洪哲胜啊，洪德胜吼，洪德胜是台大人民以前台大人民的迄个副主席，啥啊到尾变做分开变做革命党，变做来创革命党，啊到尾啊，怎啊开始在研究迄、那个，即马嘛伫纽约，因怎啊伊讲伊重心要去开始去含迄、那个。中国的迄个海外，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人结合吼，因为伊知影中国的几个运动对台湾吼做 critical 影响吼。啊，这个就是柯培龙吼，你来看吼，是培龙。啊，这是1986年讲要回台入党的时阵，伫洛杉矶的 Century Plaza 吼，举行一个大型的欢唱会吼。
柯信良吃聪明，啉水泉要反台啊，阮伫遐。啊，伫全美国都有二三十个迄个分部，都密瓦基、都休斯顿、都纽约，拢有派代表来遮领旗参加。啊，都十月的时阵，啊，都按算十一月要转去吼，伫遮开一个会啊。迄阵毋知啥，我主持啦，我袂记起啊。OK， 这十一月十四，阮迄六个人去抢点。去抢的时，即迄就叫中报吼，而且就报讲阮六个人登机要回台入党吼，啊，企图要带动海外迄、那个同乡返台吼。啊，你讲这啦吼，迄日要走的时都，迄、那个做谭世英吼，迄、那个记者，啊，就我去接吼。啊，当然你这个吼，伊无讲就最临最转要等伊啊，无临最转。世界日报吼，这是国民党的党报吼，就讲阮等于阮无当入阵啦吼，啊，迄、那个阮互动咧吼，啊，这国际日报即马阁有无？我唔知影吼。国际日报就讲，伊就讲林志炫返台，闯关失败吼，啊，阮是六个人互送倒转来，林志炫去迄、那个。去迄个新加坡变作无国籍的国民，十几年，佮佫倒转去夏威夷。伊迄航空公司讲，你拄得来，我就甲你送倒转去。你有证明无证明无紧，再一直拄夏威夷上飞机，然后送去夏威夷。啊，夏威夷嘛是有一个海外做一个人，啊，佮东洋会吼，哦，都伫啊个，我那个母啊真大吼，啊，佮佫倒转来参加十一月底第二波。这台湾民报吼，这是台湾人办的报啦吼。啊，就是讲林水泉，你咧讲返乡第一阵，这是第一波啦吼，六壮士吼，阮拢变作壮士呢。看这个，嗯，这是阮六个啦。这两个不是啦，这两个都可能是中六市的市长，还是迄、那、落、個，就是国民党派来要喊阮好势讲啊，恁卖安尼啦，恁紧转去好啦，这台湾吼，唔通转去安尼。啊，这个五个就是我啊，啊，甲阿洪坤，哦啊，张金刚啊，杨家油，甲江嘉怡哈。啊，你看啊，这一早七点外吼，后壁还还有人影动动，后壁还侪人，迄啥恁知？迄就是刑事组。刑事组的人，你看，迄拢二十几个囡仔，拢足少年啦。伫后壁，因安怎？因伫遐哭一暝啦。我甲头问讲，啊，恁来遮要创啥？伊讲，啊，阮昨暝半暝落来，甲遮一只一日拄久拄啊天光啊。我讲，啊，恁是要创啥？伊讲，阮要讲要来接柯信良。讲柯信良有倒来无？我讲无咧，快几个咧，阮六个尔啦。因为迄倒来，方讲柯信良要倒去，所以拢啊派二三十个人吼。迄个刑事组的少年拢二十几岁，汗臭阁真好，就来等柯信良，结果等无着，等着阮啦。你看阮翕相后壁遐嘛拢死了，有宪兵的嘛。透早，你即摆伫遐迄阵袂惊，即摆事后阁转来想着，我还小可惊惊。因的暗算，因的恁妈啊吼，差不多一个月前转去台湾，无入境，恁妈啊。强迫伊倒来，因从啊内底五六个人走出来，一个两个拧脚，两个拧手，一个斧头，一个用杀的，六个从啊杀的无人机顶，个个送倒来。我甲算算，遐差不多三十几个，伊嘛要按算六个人，阮一个人六个，要管拧顶无人机呢？遐算算要二三十个，我有甲算。第二波，这个二三十个同乡含柯信良已经伫。去桃园去冻掉，无去迄个东京去冻掉咧，袂当入去。袂当入去是台湾讲等无人的时，就开始迄、那个就开始乱啊吼，啊就产生暴动吼，啊就 tear gas 啦，啊是水啦吼，啊含石头吼，都要变变叫吼。啊，这是讲许信良返台被拒，不得其门而入吼，啊发生警民冲突。啊，袂当转去，你知影这个人无？迄甘平坚嘛吼，恁看会出来，迄是大陆人，迄个民进党第一任的迄个，即摆已经过身啊，第一任的党主席吼。啊，这拢一寡相啦，迄是迄阵十一月三十一，国际日报的顶的吼。
啊，这第三波就香港的，我东京袂当入来哦，柯信良就透过什么安排，我那唔知啊，真正去到马尼拉，啊，就提迄个黄明仁的护照嘛，啊，入去了，怎啊提上飞行机，啊，甲飞行机甲发布讲已经到飞行机了 ，on the way to 台北，啊，所以台北的机场，无迄个桃园机场怎啊封起来哈，啊，迄个马尼拉，迄个航空公司吼，迄个飞行机落雷时，迄个警察去顶关。甲柯信良讲，你袂使落去，我延机遣返，所以我去倒转，搁倒转去马尼拉。啊，这三遍啊，啊，这张副中吼，就是迄个柯信良迄阵选馆长，伊的其中一个代表，因某啊做范宪利啦，啊，露露吼，伊去接伊去叫掠去。12月七日投票，民进党大赢，吼，这报纸报吼。啊！伊讲，迄个台湾民众用选票告知吼，周知讲，阮对恁袂爽吼。啊，所以所有人，就大部分大部分拢赢。即个蔡世烟吼，迄上是蔡世烟，得到国家代表。啊，中部嘛是讲，讲柯国泰啦、康宁祥、尤清啦、邱连辉啦、柯英淑，拢对吼。这是第三个咯。啊了啦，迄、那个1982年，我的唱片差不多是安尼啊。1992年，这个是马卡斯基，这是我咧背。唔知我嘛袂记这个是安怎翕的啦吼。啊，这个人到尾变 governor 啊，阿扁啊，有一边来的是迄个无要接的，伊亲身到阿拉斯加去甲接啊。这对台湾今年要选举的头前，有办一个迄个海外。朋友，海外的朋友组宣传，迄个官宣传无？伫个迄个啊，我有去，即马克思基我有去代表团福建咯，所以即马还阁做 active 伫金门台湾。阿扁啊，1993年有来美国一边啊，我找个机啊，迄张相咧吼。啊，到尾伊做总统，我都无叫我做副总统咧，所以。哈哈哈哈哈！所以相对有纪念的。我做书记。建议做市长哈。建议做市长，我做书记。哦好。嗯。啊，这是1994年哈，我组一个台北人个会哈，啊，组团等于20几个人组团等于，迄个时阵就是习近平个款做党主席，苏贞昌做秘书长，因为台北县长选无到哈，区议员迄个啊区议员个款做副秘书长。啊，你现在做办公室主任的款，啊，阮这拢是他师傅员，你敢在遐干咪？我嘛。你在遮干咪？是啊，是啊，迄个。嗯。就进组来。啊，是啊，是啊。哦，今仔招待会吼，啊，李登辉见面吼。啊，这个是个，我当讲九五年要转去，有一个报纸，优秀的报纸，甲我讲，我过意会有。这《新芽周报》的创办人，就是即摆咧管理上者。我唔是调讲啊，我是拄好准备好啊，较早你要来翕相。我27年吼，我算是 full time 的 engineer 啦，我唔是 full time 咧做运动吼。很多啊，迄是拢 part time 哦。个 part time 都有当时啊，都已经创了袂歹啊，所以吼。啊，这所以吼，到海外做无用啦，也要做工课，也要做运动，做麻烦啦。我讲不如回来凉，我回去干呐，只拍火机尔，所以我就回去啦。对，我若倒回去干呐，做工课尔，安尼啦。迄阵就要回来，啊，伊甲我讲我是太空计划是新兵吼，啊，甲我访问，这是头前海，伊后壁佫甲写出侪。迄个无来，妈妈嘛甲我写一笔作品，甲我写讲。从安静的天堂到喧嚣的地狱，讲美国是安静的天堂，讲啊，这太过无味啦，太过安静。我感觉等下吵吵闹闹，虽然是地角，等下遐较好，迄阵是这种感觉的。啊，我回去吼，就可能几点，我就写这篇短文，了写这篇短文，来阿舅上把对家倒去了。迄阵我就讲，我入去迄阵 Eva Air 拄啊开始开行吼。伊顶悬第一个歌就是母亲的名叫台湾。啊我都感受真深嘛，我都甲写起来吼。啊，尾啊吼，佫一个是讲我去
我去迄、那个啊、听音乐啦，去迄个音乐什么会，中迄、那个迄、那个，嗯、台北迄个音乐院，一个剧院的音乐院听吼。啊，拢迄阵拢啊，还佫唱国歌，你知无？啊，就坐咧。啊，我一个朋友姓林吼，伊讲老谢啊，阮即马是拢无咧徛啦吼。啊，你若要徛，你家己徛，我是要坐咧。伊是林的吼。我讲一个，我唱内面啦。我看伊真正唔徛个，我嘛唔敢徛个，坐咧。我第一遍唱国歌，我无徛起煞，我真勇的。虽然吼不得已也嘛真勇。我就去讲这个代志啊！啊，搁一点就是讲，这个我等于我家己制作的笑话啦。我讲我一等于吼，想讲嘿啊，我三四十年前，刚迄小学同学有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吼，我即马可能后爹搁来个敲电话看卖，就甲敲电话，对方诶，听下声讲有影真水呢。伊我讲我要找某某人好无？伊讲好啊，无你稍等咧，爱就话。我电话里面听着讲，阿妈有一个阿公在找你哦。是啊，迄个传承人孙啊，啊，这男科医们，啊，打等于做水面呢。你买这100块，买200块，我怎唔敢买呢？因为只开拢一两块吼，啊，去遐100块，虽然100块是3块尔2块，我怎唔敢开？有一阵哦，拢来叫阮早孙来甲倒买物件。这个是讲侨委会1997年迄个时阵报出来那报哈，伊咧讲侨领可以朝拜本土英雄哈，哦，啊，即内底咧写讲，廖万夫发言讲，很多侨胞都很希望多了解台湾，因此哈，历年侨委会都安排前往桃园大溪哈，投寮哈，今年应该也可以安排228纪念碑哈。向台湾的先烈致敬哦！吼，迄阵安尼百几个，迄拢无咧讲，拢讲广东话，要讲这句话，爱勇气呢。吼，啊，佮佮讲，伟人的定义不同啊。蒋介石是你的伟人，但是我们觉得228是我们的伟人呐。吼，骄傲哦！好惊啊！表决啦，表决啦！吼，我出来迄茫怕死啊！我哪12个尔，迄百几个，所以报纸那我们报啦，民众就报。啊，另外一个吼，就侨委会回归台湾本土化吼，参访纪念碑比照慈湖叶林吼，啊，就你讲我头先有甲你讲过，讲我要求爱有花，啊，爱比照，啊，实际上是，迄个算无啊真成功，但是因到尾就。国民党也较厉害，点淡化处理都无够扩大，所以刚刚差不多一两日的消息就过去了。不过这是一个新的战场嘛，就是讲你不这个代志吼，有当时你想讲啊，这都无爱个不办，安尼种代志吼，看有代志有机会要做吼，要做嘛上上啦，所以有当时就搞制造一寡问题出来。这是伯乐计划，我跟你讲个囡仔，伯乐计划第一季的 open， 五个人 open 伫西雅玩吼。我是讲这足水的挂件，啊，这是吴茂坤啦，啊，迄、那个晚晚会，候鸟计划吼，我那候鸟计划是，就这囡仔拢足快乐，你看无？这看到知影讲美国转来台湾的囡仔袂安尼。这2005年吼，这个伫内底吼。不可为言啊，不是讲大家拢注意，你看看内面有人独孤啦。啊，常用讲的就这个啦。啊，这个像呢，这吴茂坤的囝。吴茂坤，我囝到等于到家手吼，伊不是等于领钱，伊是等于到做 lecture 啦，啊，做一挂迄个服务的工课。上尾啊，我那做 professional 呢。Proceeding 叫所有的学生吼，300个组做3个人一组吼，讲恁2个月的心得报告，恁得出来做 presentation。啊，所以吼，吼，因这做的态度吼，拢惊死人，我家己拢看无咧。你18岁囡仔尔吼，就我当写什么 air pollution 什么啊咧学迄个 leukemia 啦吼，反正这款物件吼，迄项我都看无啦。啊，但是因为
因为要做你啊，你去你咧讲话时吼，我做成迄个大牌教授的风范吼。我想讲，这等于伊嘛感觉讲，吼、哦，我一生我嘛捌做过发表 paper 的迄个滋味啊。啊，我呾做一本册啊，做 proceedings 吼、哦，take track 的迄个 academic conference 吼、哦。第一档，第二档吼，因为我都无离啊，所以各国敢那都无办啊，才拍拼。但即马奥克拉拉斯就无像迄时阵。真啊，迄条真啊，迄条 sophisticated 啊。即2014年哈，诶，迄个诶翕相啦，我是叫台湾甲我寄过来，我讲看阿哥即款好难看着。这是2014年的科技台湾探索候鸟计划，所以即卖我咧办。啊，这是迄个同款的因个活动啊。啊，这是2007年。迄阵陈建仁是主委吼，我迄个洪亮也个无，即伯乐计划，遮个人拢伯乐啦，啊等于等于啊伊迄阵上我个，即迄阵我可能嘛无做副主委啊，我伫迄个伯乐计划负责个人甲退出来。你隔壁即个人吼，即别他们，即吴正中吼，即嘛是政委员啊，吼，即个副总统啊伊是政务委员，即别他们啊。我想是啦，我那无记唔着，啊，剩个拢薄弱啦，拢伫台湾，拢伫美国等于迄个断两日两个月吼，啊生活费 furnish 啊，互你去各工厂去取看有啥物问题，会当应当解决袂？有一群个人已经伫台湾怎啊驾车，伫台湾吃头路过，这是万目的啊，要叫因回流。啊，像这是湾区一个 energy 的 expert 伫遐咧做。在保罗裡面做 presentation 好啊，這是我的跟你說，其實攏總三個衛星啦吼，啊三個衛星就要發三遍衛星，三遍啊三粒火箭吼，下底這個1999年吼1月27日，啊下底這個火箭的名字叫 Athena， 這是 Lucky Martin 的火箭吼，這粒起來吼，這粒四當。四档了，大概都 decommission 啦，都无，因为些科学实验尔。第二点是2004年5月21日哈，实际上是5月20日啦。台湾是5月21日啦，才5月20日。伊才5月20日拄拄阿扁也第二任就任，所以阮伫发射场成功了，是一通电话是甲阿扁也讲成功了。哎呀，都我伊个，2006年4月15日。第三个发射，我讲这边发射三遍拢成功是不简单的代志吼，这是100%哦，虽然三粒尔，美国是85%尔，一百粒有15粒爱爆炸。啊，你啊注意个看，这个写啥呢？中迄六字，迄、那个国旗顶冠迄六字，中华卫星二号，唔是写佛莫萨哈，所以可见，伫中华卫星伫。2004年的时候，阿哥无法当改做福尔摩沙，你改做困难。啊对，这两个是 Vandenberg， 啊，迄个是迄个 Cape Kennedy， 这个就写福尔摩沙三号啦，顶我写福尔摩沙，啊，这个是中华，啊，迄个无清楚，迄嘛是写中华一号。啊，阮到迄个时阵，2004、2005年，阮都。就改革啦，改革就也无听讲安怎啦吼，也无人抗议啊，听到到尾习惯，因遐个国民党嘛怎啊习惯福尔摩沙？啊，这个意思是讲，你有看这两个拢有国旗无？这个无国旗是安怎呢？这两个是民间的火箭，啊，这粒马路头吼是美国的空军要发展的火箭，第一粒要实验，无人敢有发，台湾讲。我剩四个，我有你发啦，吼、哦、啊较俗啦，较俗，钱加较俗，物件吓。啊要发，啊怎么到尾要发射的时吼，要甲画迄个国旗数无爱反画啦。伊讲这袂使，这公家的财产，这是公家财，啊无搬家吼，袂使画国旗。啊因为这条火钱吼，咱出80%的钱呢，一亿咱出8000万呢。啊我像我做副主委哦，我想想讲卖国旗真好嘞吼，我本来都一世人拢有什么国旗了。啊！迄面等于想说，我迄唔对啊！你我无爱国旗，是我家己无爱国旗。即摆人要叫我讲卖国旗，我煞袂爽诶。第二日我甲老人去阿咪讲啊，
伊讲无多啊，这就是规定啊。我讲你若安尼是，阮就好之外，阮就无爱发泄。啊，阮若无爱发泄，你无爱投案呢，因为我80%的钱伫我遮嘛。啊，所以 NSF 怎紧张啊？我开始讲看你要安怎拢会使啦，但是吼，都、就是国旗都是碍于规定啦。好啊，武的一两礼拜，我现拢伫现场，你还没讲哦。到尾讲好啦，你国旗卖搞下啦，啊，顶管安怎写拢好啦，啊，偌大的面积，伊面积拢有决定嘞，拢输在你啦。到尾我就好，咱就写一个台湾足大字啊，台湾啊，台湾吼足水的吼，啊无国旗，噗就去哩，真爽。迄阵咧下面那个是足紧张啊，心肝咧嘛足爽的，对啦。我想你总有我装着，因美国嘛足有风度啦，就讲我就是规定袂安尼，我只算袂当 comply。不过你的要求我尽量甲你符合啊，我就讲我迄个面积，我你讲 do whatever you want， just don't have any flag on it 安尼。我就去哩啊，我爽啊都。达到无国旗的目的，啊，搁达到台湾会当去哩，还歹。4月15，爬起哩了。4月24，就人我的办公室就通敲啦。吼、哦，我这大公神等于属于去犯罪啊。4月24，工商时报定这个两个是吴泽成啊。你最近可能都看到哈，险险啊要叫伊做内政部长哈，但是迄个时阵4月20，唔知哪去订一个《工商时报》，佫是国民党的报纸哈。讲伊这个伊的经验来判断哦，讲这个检证案迟早出问题。红的内底写啥呢？讲在工程会主动将资料提供检调后，南科南检处开始调查。这什么意思呢？伊甲报备车叫别案嘛，伊主动叫检察官来查，检察官当然查你嘛。所以二是当时啊，佫配合好济哦。当时我的办公室都用车，十几箱装退去啊。哦，然后伊讲，伊的经验判断迟早会出问题。结果都无出问题啊！伊问题是咧讲啥？伊所讲的是一个普通的工课吼，你要来施工，你就是施工啊，偌济钱固定的。这个工课是我安怎施工我都唔知啊，要安怎啥物方法我都唔知，我一定爱找出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你都要经过 R&D 的 process， 像美国同款啊。啊，我等于我伫遮都读系统规划，我都啊，我心肝无想啊，想讲啊，这都创新的工课都安尼做。啊，采购法内面有一个真正找无创新迄个法啦。啊，22条有一个讲 one of the first kind， 就是讲要艺术家用的，讲告诉你有一个雕刻，啊，不然和你同款的吼，你就是创新啦。啊，我现在想着讲啊，我的工程嘛是无人和我同款啊，啊，就创新啊，都用第一条。啊，就是工程科技研发案，伊讲世间无即款工程科技研发案啊，你一定是贪污啊！啊，一个就去啊，你工程会和国科会是平行机构呢，佮共款是伫咱的政府内底人呢，你窝里烦，检察官较有可能放弃即个机会，伊人一个高就甲你敲啊。这就是我是今仔想要开迄个关两个月注意伫遮，伊咧否认啊，吼、哦，事后。我从关出来了的时候，迄、那个苏贞昌到法，苏贞昌行政院长到法唔对，叫我去讲，伊怎啊讲？我先叫注意，先甲你喝酒有一套路，啊，你今日拍官司，啊，我叫迄个公共工作人员叫吴泽成，搁再发一张公文，这个公文来抵消头前伊发迄个公文哈。啊，希望对你的官司有帮忙。伊讲你官司都已经开始了，你在找律师啊。不过迄个公文啊，电话吼，对你的案也有好有 help 啦。安尼，伊讲好，我讲啊，怎啊去？伊讲到尾唔得个，找一头路，我搁多做研究员呐。因为我本来就国科会研究员呐。到尾叫伊发，伊唔发啦，伊无爱发啦，伊无爱发。到尾啊，无情无愿，佮发一个公文讲。
你就讲这研究案，这你讲这是研究，那研究的是采购法，你应该第几条啊？你采购法嘛用对起安尼？啊，以后如果那种以后如果有这种案件的话，就按照第几条啦，不要用你现在这一条，这一条是错的，你的意思是安尼？我的气啊不是呢，所以这人是做 stubborn。弄点啥？我得行。今天报纸有看到，伊本来要做内政部长，到尾决定无做，因为事实上伊唔敢这安尼啊，伊足济 negative 的困难。啊，这个就是，这是我的头号敌人啊！我无一本啊，我嘛无当伸展正义啊，你免他转型，所以转型最困难的。哦，啊，这出来了，我有关。啊，这嘛开始四月二十报纸拢报啊，啊，我着五月二十着搁在关。海外也毋知免怎办哦，啊，因遮人都。在迄个，譬如阿弟家的人发掉一个声演谢亲自吼，好啊，啊两个月后，我去关出来吼，我就讲我的300万啦吼，迄阵时行情是50万尔嘞，主意50万，那副主意应当是25万尔，唔知那个下300万的靠我搞报，我体重掉12磅哦，所以我今麦今日心情真好吼，嘛是。嘛是两个，后摆恁若想要身材较好，去关两个月。啊，我工课都无工课啊，我是头咯。啊，到底有一个心理，我嘛感觉讲人知影我贪污，就是迄个心理啊。嗯，迄款心理是足不舒服啊，足歹过日的。嗯，这300万交保吼。你嘛一个笑的，什么交保吼？啊，内底嘛含我做关做伙的人吼，啊，迄拢小贼仔嘛，3万、5万交保啊。啊，我即马讲要交保，我着搁关倒转去，互因准备手续啊。啊，遐个人拢捌我。我内底人足出名，因为我是300万的卡销，我是迄个副主的卡销。你即马着对我话讲，你要交保啊？偌济啊？我袂使，我讲安尼啦。伊讲3万啦、喔，我唔知啦。伊讲啊30万啦、喔，我唔是啦，我哇300万，那恁阮大家都有当互你报啊？伊拢值3万尔，我报也报100个。你搞咩？关内底人嘛，全变好朋友啊。即个是高峰期啦，我甲起诉迄个检察官，伊起诉12月2号 Christmas Day， 伊甲讲啥呢？伊摕遐个纸吼，遐纸就是恁大家写甲我抗议的吼，写去第台南检察署吼。伊讲，你看，承办南科检证案的检察官高峰期半年来收到一大批声演谢亲自的海外台独人士抗议信，但他完全不受影响，照样依法起诉，依法呢，依的法。啊，李天官。顶晚咧讲啊，拢讲你这人，你这迄个写抗议书的人，拢嘛你假性地，迄阵伫海外写了一寡组织，吼、哦，你等于你等于讲是我的党羽同款，而且高峰期啊，我最后我甲出来了，我甲告啊，告3遍拢我驳回啊，所以你要安怎去转型正义啦？求情15栋吼。啊，这人是出名，这叫做李如祥哈，这是纽约一个医生哈，宜兰人哈。啊，我讲我去华为一号哈，迄个福尔摩沙一号伫迄个 Kennedy 发射的时候，伊话医生唔做哈，就走去看我发射呢，所以是出名拢有咧对我。啊，我2007年都咧报官司啊，啊，伊就调工走来台北找我写一首诗。那诗我怎么还阁读无呢？第一句啥我袂晓呢？什么词啊？这刚是叫什么《朝辞白帝》，什么《江南忆日还》？你是修唐诗三百首来宾的模仿？什么词哈？繁华台北城，高铁纵贯一日通，遥望南柯凌晨动，功勋青史心无憾。安尼，好啊。啊，搁这啊，搁挂一包红包给我，袂歹啦。我会当拍官司嘿。啊，正好我迄日前，不过几日前搁断掉，
啊，佮空床，啊，佮古前年吼，伊是艺术协会，纽约艺术协会的迄、那个，啊，即林奕阳啥物演讲奖学金吼，吼、啊，伊嘛是老美呢，叫我讲，啊，伊领迄个奖，伊讲你领奖吼，就表示你含蔡英文变搞，因为我即个奖嘛，我蔡英文，啊、我奖都还无看好过咧。啊，你拍官司足无聊吼，有阵时啊嘛在叮当者，啊，所以阮某有阵等于找我吼，啊，等于出电鬼，我发动什么公道啦吼，啊，就爱有人去分单啦吼，我、哦、阮太太拄啊，啊，阮查囝伫啊，我讲无，咱来分啦，所以台台门口伫咧分，啊，这警察来要甲吓咧吼，伊毋知伊一吓着大只母老虎吼，伊就讲。伊讲伊毋知哪干咩啦，伊讲啊，即公共地方，我你警察有啥物关系？我照我本啊，我阮某啦，找阮作车呢，作车啦。啊，阮查囝，阮查囝就较无警察较唔敢领人，伊拢找学生解解。伊阵是女主席 Institute Technology 教册吼，伊是十建筑的。啊，伊等于伊嘛是因为伊都讲话可能较袂通吼，我怎啊挂一个牌啊？伊迄写一个牌啊，讲公投啥物，我可爱就堵伊就堵。我是因为关袂当出来，因甲转去佚佗啊。阮昨天陪我伫遐，开着安怎陪我伫遐，一半冬啊。啊，我那有温情啦，就讲2008年吼，太空计划是第一个奖吼，啊，迄个奖就是影像处理吼系统啊成功吼，啊，行政院有一个奖吼，啊，就100万的奖金。啊，这个 IPS 实际上是，伊要交外口做，啊，业外吼，啊，我拄啊做副主席，我讲恁落去做，恁若做唔对，我负责吼，啊，全邀当来互因做，啊，因真正准时完成，啊，所以国科会迄个时阵，都2008年都获一个奖，啊，这个奖当然无我的份啊，啊，因怎啊家己做一个感谢吼，啊，怎啊，因咧得奖的中间，啊，怎啊搞阮叫去边啊，啊，迄个国科迄个太空计划室的主任伫啊。啊，我那赵本先去讲吼，讲我安怎，这个感受全摕给我，真温馨呐、啊。不过我唔是得这个奖，就是因都未爽快啦，因都调到要发这个奖安尼。啊，然后我转来到美国，伊还佫叫我讲，你来日本佚佗啦吼，啊，日本你的机票家己负责吼。啊，剩的因为你我嘛是拍落去，所以100万若要开的时，我都还没到开，所以日本北海道佚佗的时候。落地的物件，哎，拢有点出来，我的副机票，所以袂歹啦。嗯，2008年7月30日宣布10个拢无做哈，啊，讲有还清白哈，啊，所以太平洋西部叫那个顶。2008年8月25日，我就改地出境哈，我是和2006年哈。就迄阵阿个民进党执政啊，就迄个限制出境。啊，法官判无罪了，伊马上叫我讲，你若要家己出境，你得爱 request 的，啊，我甲你准啊。因为这個法官嘛，真去看迄案，从头到尾嘛足气的。啊，我随去里随甲解除出境，所以我八月我就会当来美国。呵呵，这是笑话啦。就2004。2006年哈，这个通知讲我行其实出自己上对不对？迄阵内政部长叫李义阳，李义阳给我限制出境的通知的啦。这是简单的。2008年多啊，迄、那个平生离开台湾40天哈，啊，大家都唔知道要哪离开，啊，伊请我讲要请我吃饭，我还没去，结果伊介绍一个叫做。Money Tom Berry 啊，这个人是一个牧师哈，哎，伊就是用尽办法帮忙平息造出来人，啊，这个人为了帮忙平息，伊要丧失他美国国籍，伊是美国公民呢。讲起阵，刚刚蛮多回合，我也唔知，啊，就伊特别请伊台湾佚佗啊，啊，平时叫我去陪客安尼。所以 October 我就也一个震动哈。这本册哈，这本册有一个签书会哈，啊，这着迄个时阵会来参加，我无想遐济人，差不多三四百个人来啦，伫台大科学
台大校友会馆的三四楼呐。哎，张富美甲杨惠美信，即赖义雄，我讲你赖义雄是迄个教授协会以前的会长吼，就以前曾经捌做过，捌在台湾做过迄、那个国研院的董事长。我迄日来参加的会，十个人吼，到可能两个人无来吼。啊，你后壁三个主委吼，吴茂坤、加迄个魏哲和、加陈建仁拢有来。好，啊，伊嘛拢有去讲话，就陈建仁有讲话吼。我特别甲体个是，因为伊即摆是副总统啦，互你知影讲，我的关系我那袂歹。想讲卖对死我。啊，这是远啊，远啊，另外一个，迄个你咱看做，迄个边啊吼，边边无够有人坐吼，啊，所以迄日是真侪人去了，无人讲签书的这侪人，大家吼，这这气氛唔甘愿要来上，红啊来甲 support。我即马等伊吼，来到等来到船机吼，解除出境。Orange County 有一个 Orange County Register 就是报纸吼，伊一直咧催，毋知怎一直咧催我诶行踪吼。啊，伊就咧讲，伊讲，伊去阮厝甲我问，啊是我诶迄个 family room 吼，啊讲叫我找现起来翕相。伊诶 title 是 Chasing Democracy， 伊意思是讲一个人啊，做陈水扁咧 Chasing for Democracy， 啊我伊是我诶 boss， 我咧甲伊斗 chase。接下来内容是这些音频。今天谈课哈，谈课的理由是寄报仔哈，你看不？台湾要谈何用报纸讲的是寄报仔哈，后壁诶讲我功成灌水二十五，也可以廖本燕讲。因为报哦，伊安尼就会在调查哈，伊甲我调，我拄头到我拢无去啦，叔叔伊调，我都无爱调。我胡律师讲，你也袂晓食头咯，你也袂退休金。伊即使按成立，立马无影响，歹去。八月初二，2012吼，七年后我就终于定谳，无做嘿。啊，这就是台南科学园区即卖的现貌吼。第三块两家车多底下相对，这个铁路是安尼吼，高铁后壁拢厂房，所以行过一定会震动，震动透过土地。影响到建筑物，搁造入去内底，影响到机台。啊，机台呐，拄拄啊咧做即款，你的 IC、iPhone 内面的 chip， 迄 chip 的线路中间吼，是作的吼，迄一粒一个头毛都几千粒的线路，你啊摇一下都小拍电，所以袂使震动。但国民党都安尼决定啊，按好在民进党执政无嘛袂当解决。那民进党若无食政治做副主席，可能嘛袂当解决啦。给他倒收就对啦。啊，实际上江苏就是伫真内底，你怎么看袂到？伫下底摆伫下底，所以我的态度讲，工程埋在地下啦，你看不到。感谢哈，我是真讲了，我听到讲他你蛮啊，随时拢有麻烦，制造麻烦的可能哈。什么侨委会啦，什么也拢发布过。所以我跟你，我刚刚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是沙头事业啦，爱注意啊。Positive thinking 啦，我当下想讲，假设呐，含我边边是一个 engineer 哈，啊，我今仔还遮出名吼，就是因为这两个月，所以三号刮风机嘛有我功劳呢，哈，安尼个想会较好过，安那无人生会较空白。对吼。但是这个代志，我即马吼已经做 depressed 啊吼，台湾无希望啊吼。啊，像我早一个太阳花出来吼，所以我感觉讲吼，这实在是有影天咧巧，天咧巧，安尼。啊，佫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 justice 啊吼，全世界 justice 吼，我今我时间上者，我时间讲袂了，我佫头尾十个车都要讲，因内底哦。不过我最近讲，我即摆讲四月十三吼，即、這个 troublemaker 上大个 troublemaker 若公亲吼，唔知影多伊个朋友是杨家友啊，多来啊，多，伊是多啊还没做伙食饭哦，麻烦借着食，伊比我较老嘞吼，啊但是伊还佫咧继续麻烦吼，借着麻烦，啊伊因为伊个工作的关系，啊含一个菲律宾的查某囡仔结婚，
哎，即卖一日敢去中国，我咱想讲找机会要即个麻烦的款啦，伊是无甲我讲。我暗时呐，甲阮孙读补课，读到到尾拢上尾啊，即句伊拢伊咧讲，就 end， 伊不爱搁听落去啊。